我加了一下点，一百多块钱，这么多人看起来，来来来，有这个机会哈，大家都二三十年了，大部分都是老了。那你想讲什么，你尽管讲哦。今天有机会，尽管讲，尽管带动，自然而然，邀请人嘛哦，出家众啊，还有出家众。你上次不是给你加荧光吗？嗯，没有成哦。今天还要请本尊加强。你到最后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荧光？没有，对不起，还是没有哦。嗯，你不要思想，不要抱着活血理论暂时停止，不是说不要暂时停止，因为那个光不是我加的。你在加这个时候，我只是分解动作，就天光光、大日陷落光，然后针对你的法性相应到自然有。你自己就看到后面有荧光，不是我加的。你不要以人的，我这个用的怎么会荧光？不是，你是不会这样想啊。你是不会啦，有来到这也是不会这样想。就像你读过《金刚经》的记忆你知道啊。若以色见我，以音声取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不是有这句话吗？这个经典你都知道吗？或者说，在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荧光？你只有你一个加不到荧光，不是你没有。跟还不能适应我们这个环境，有的在讲如来灵威，有的在讲天理，所以你所接地的人听到这个，那你接受呢？不会，但是你不会，我不是针对你，我说有些人呐、啊，因为你受过苦修过来的哦，能接受，出家还来听到我三个字还敢来哦，这个就表示你已经超越了，超越我的凡夫相，你就能想象，是，就是没有超越才不能想象，还有。万一受到佛经影响，比如说《金刚经》常说，凡事有相就是希望，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有相都是希望，有相有时候看得到都是希望。这样大家都不要看年光了，都不要看佛像了，但是后面那一句才重要：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看到相，重点这句话，如果看到相。而且不是相，因为实相的名字叫无相、非相，就能见到如来。若见，如果见这个《金刚经》的词句哦，若见这个你懂吗？这句话你大家都出家的人一定懂的嘛。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才能见到如来。诸相非相，看到所有的万相、非相、无相，那个就是如来相。如来相就我们在演那个实相，你看不到，没有境界的人看不到啊。啊，有境界的人，有实相的人看得到啊。是这个意思啊。有那一层希望躲在里面，凡是有像这些希望，你没有采取后面，若见实相无相，即见如来。大家是拈花微笑，不是有说我有正法隐藏，实相无相，正法这个是正法，实相。实相无相，大家可以讲，这也是无相。无相就是非相。金刚经大乘佛教的实相无相，就表示说，实相无相非相都是指实相。就是我们现在在演，就全部都演实相。全部法华经、华严经都是讲实相。或许这些只是暂时的对你一种绘画，好像是多余的讲，因为你都懂了啊，但是就加不进去。你在。看人家有眼光，有那每个人没有一个不成的、啊，按你法性起作用，你才能相应啊，这样懂我意思啊？懂。所以一定会有眼光。啊，你现在说等一下叫我加，如果再加不成，你坐着等一下，我有眼光了，后面会有很多人有眼光。好，现先答应了、啊，可以保证了、啊。好，不是我保证了、啊，是那个，你一定有眼光啊。谢谢。你哪一张是要照见吗？要照见。照见你的祖先吗？父母。哦，我们这次刚出来的片子，昨天出来的片子，不是有目见人看到他母亲饿鬼道，在那饿肚子丢下去，依然朋友就这样来的啊。或许有的人还没有看呢、啊，那我的人有兴趣到的已经看了，依然朋友啊，就要照见啊，他看的不是照见，他那个是。目见人用天眼看，他母亲在饿鬼道饿肚子，他丢东西下去，
吃不到，他锅啊吃完的饭要丢给他母亲是吃不到，变成火炭，所以他才请教释迦牟尼佛。看他自己清楚了，照见祖先就没问题。那你现在要讲什么？好，感恩本尊一场光的盛会，相互吸引，光光相射。报告本尊，我的本体发芽了，虽然不成形，不成气候，点点滴滴还是有的，点线面认知。本尊说要先认知，今现在汇报如下：一，看到过天光光、漩涡光会动，前后你有看到天光光和漩涡光吗？有啊，第二天、第三天就有了。这个是重点啊！有这个能看到漩涡光、天光光，这个时候你五官意识千万不要进去，这样你就一切就流露出来了。彩色的，很艳丽。曾经，我当时曾经以为是时光隧道看过的电影印象，我以为是印象。后来看到两次本尊分身，巨大的虚空身站在云端。哦，你看到分身啊？远远的，像照片一样远远的。有，像人还是像照片？就是照片的，照片的人虚空身，照片那个静态的，还是像人那样？静态的，静态的。哦，我常这么一句话：能见到分身，就能看到自己的分身，不用什么加持什么，你自然已经有。你刚才一开始就讲已经发芽了，不止发芽，已经长树枝了。需要时间呐、啊，我的感觉。不要，这行修道不一样，能瞬间当下可以最好。不要抱着说、哦、我要苦修三年，下辈子再去，不要那种时间。实相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你就针对你在站立，不仅发芽，而且已经长成树了。因为你看到分身很清楚，很清楚，又能看到天光光、前后光。可是你怀疑后面的，你的思想就进去了，一直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问题是在你的思想进去了，你自然会显化得很好。跟你先讲这些，谢谢。为什么说最好自见时间才能来？哦，这是白白浪费时间的。是，你会自见时间，你会有阳光啊，谢谢，好不好？不要等来生了、啊，就先。谢谢本尊大光体的厚爱，下次你会站立得很好啊。谢谢，谢谢。好，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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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有来，邀请人来，来，哎，好，可以，对，哎。可以，心里的心里不用那么仪式，就下跪不一定，除非你脚发软，通常下跪都脚发软。请人，哦，那你来，我邀请人，对，跟我们要恭祝大光体本尊，好，来，邀请人要恭祝大光体本尊，五位邀请人嘛哈，恭祝大光体本尊中秋节快乐，享平安，感恩本尊。我天天都快乐了，因为我走到哪里都是法界，非常快乐，非常幸福，所以要把这些幸福快乐告诉你们，提供给你们。我没有概念，什么中秋节，什么新年，我没有这些概念。但是你要认为中秋节快乐，我一样快乐啊。OK， 好，来，请坐。请坐。感恩本尊，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本尊到芙蓉来开示，让我们每个通道都能够聆听法义，感恩本尊。那小女今天要跟大光体本尊战役五点，通道请包容哈。那我第一点要战役就是感恩本尊在协会新的光堂成立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骑着摩托车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面
虚空中呈现玄佛光，七彩玄佛光，原来是这样立体的，后来变成平的，平面的，这样在虚空中一直转。我非常的感恩本尊，一直到我到新的光堂的时候，然后我进入光堂以后，光堂整个，因为现在新的协会的光堂比过去的空间比较小一点，所以它整个我进去以后，它空间就扩大了，扩大，整个扩大起来，我就很感恩本尊。忽然间扩大地广博、啊、广博，对，经典是这样的、啊，是叫我在士多林讲到的时候，他的地忽然间广博。对，感本尊。再来就是说，当我们的陈会长拿起天书要对同道推书放光的时候，当下地震动，地震动了。地震动的时候，我周边的高雄同道都同步射手，那个地是震动。陈会长还没有推书的时候，天书拿起来就地震动了。哦，这是跟本尊在遇。你所谓地震。地在动，地震真的在动呢。对，不是我身体动，就好像地震那样，不是心动。旁边的高雄同道都地震是真的，像地震呢。地震真的真的，可是不是外在的地震。加声音很可怕，三分地裂的声音都可以有啊。对，地震呢？对，我天有地动，这个都真的有呢。对，不是实相都可以有呢，但真的都一样呢。无异无分别啊，智者明实相啊。这种拿手东西在轮来轮去的是。就是这个意思，你经济色受多少，诶，你讲出来我就了解，我这样算到哪里天光光可以看得到，是玄佛光，玄佛光嘛，玄佛光，玄佛光看得到，而且七彩的玄佛光、哦、那个很好，七彩的玄佛光、嗯、再来就是我看见陈会长有一次在镜像中看到他们夫妇到我家来，我很感恩本尊。谁啊谁啊？陈信尧陈父陈会长跟他的太太、哦哦，在镜像中到我家，好、嗯哦，那到我家的时候，我手上就出现一颗金色珠，在我的手上，在法身的手上，但是我肉身直接射受，那颗金色珠是会动的，它会晃晃，一直晃，我就看它很透亮，那我当下就是只有感恩。你刚才说看到陈会长他太太到我家分身嘛？对，分身，就像平常人在看到我分身那样嘛。对，因为他洗照片都是他洗的，对，所以他洗到会分身了。对，我看到他。他、啊、如果庄总顾问和他太太来哦，都是骑那一条龙王岭那一条龙来，那个是他的专骑啊。这是骗子，昨天出来那个五龙色的那一条。对对，我有看。那个真的是如云变化龙，那真正的龙就是那一种啊。再来个骑龙来，哦，我就听得很过瘾啊。所有都活在法界中，就好像哦，小巴英英无代志，刚刚看跩就不幸福啊。感恩本尊。再有一次，另外一次，我看到陈会长是实体的分身到我家，前面那是镜像当中，但是这次是实体分身，他穿的是运动服，红色的运动服，就站在我的前面。那我在家里刚好在运动，他就站在我的前面，一直对着我笑。然后，那会长就能他的法界就能摄受到，因为他在当会长，我还说你要当会长，要像我这种境界，你才能当会长。实体的去见会员，对，实体的分身去见会员，哎，实体的真的实现了，我没有想到那么快。而且实体分身他是会走路的，嗯、他会走路。嗯，对，大日以分身为主，所以太难。啊，他化天经去啊，对。啊、这样你来展现，你来会员以后也都会啊。像显像，这次那个片子你有没有看？有，波罗波罗有。一开始显像那个，你看你们也可以显像，也可以有莲花、嗯、啊。那个是三十几年前就照到了呢，不是现在了。嗯。啊，三十几年他们没看到啊，那时候三十几年我没有讲实相啊。嗯。他们好像很敬仰我的分身这样而已啊。嗯。啊，他们后很真诚的。金刚心哦啊这哦真的很感动。感恩本尊、哦。那我是心血来潮就做好玩的啦，我没有这种道德观念嘛。就我能这样我让你们这样啊，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选上去，选像什么都和我一样啊。你看他一起选在空中都有啊。感恩本尊。总共47个我都记得。所以你现在能想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想到，包括天使啊。可以，这种程度已经可以了。对，都可以。感恩本尊。能白天变晚上吗？也可以。能地震就能白天变晚上。对，可以。啊，现在如果这个灯都熄掉，可以吗？可以。暗漆漆的，真的可以吗？可以。
现在安七七了呢？可以啊，可以。那你可以就可以，你有我以身换光，你这是为我可以兑换交换位置。你现在坐在这里，我站在那里，可以一眼可以看到你坐在这里，我坐在那里。对，本身而且我没有不是重叠哦。对，我那个程度非常好啊，难怪你喜欢邀请。感恩本尊，现在演的范围很广啊，不止这样一两项而已啦。对，哦，不仅沙尘暴了，不准台风了，暴雨不准了，突然下雨淋湿你的身体，那个都是小 case 了。对，你地震就不一定了。地震哇，那个、那个我不会讲。你甚至你能，你刚才说地忽然间广播就可以，对，现在忽然这个空间变成忽然间广，很广很广，广了十倍好了。对。都可以，都可以，对，忽然间也可以推掉，对，空空，全部推掉，灯能熄掉，这个就全部，你现在可以看在站在外面的，对，现在在外面，对，站在哪里，站在哪一个山头、大海、海底都可以了，对，虚空都可以了，有法界都可以了，能有这种境界，啊，这样我替你高兴啊，感恩本尊，这个境界都非常非常多了，哦，真的，我们现在体会只是无量亿分之一而已啦，对，感恩本尊，对他们，对。跟顾问这样讲啊，对，体会就是你进入的话一点点而已哦，但是你这种程度，这个一点点，从一可以引申到一百、一千、一万，嗯、啊，一千、一万没有一也不能千一百啊，所以已经有一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范围非常广，它会不断流露。好，那你有一个原则，不会危险，因为你已经可以进入法界，随时能提灯。能地震，能随时自己能动，能带动，这个是标准境界了。非常替你恭喜，就对了。感恩本尊。啊、那有一次在旧的光囊协会的时候，我坐在柱子旁边，那天的空调哈、哦、不太好，我们的李前秘书长非常体贴同道哈、哦，就开了一个大的电风扇。那因为我对风是特别敏感的，当下我的法身就把举身方光想出来。想出来以后把这个电风扇推开，推掉以后当下我没有吹到那个风了、哦、这是一个隐身。你这种境界、哦、如果碰到没有空气空不好，你可以电风装在上面了，可以马上一个两只电风在那里吹了，有 开小的，你看有很，而且那个风很凉，有没有吹得到？有，你前面几个好像也吹得到，有啊，你也可以吹得到、嗯、你一定吹得到，老师都可以吹得到。感恩本尊、哦、有吧？电风马上有，你吹电风这个不能，不好的天，不好的房间没有冷气，没有空气，闷的时候马上变电风吹，没有电风也行，马上凉风吹来、嗯。你不要电风，马上真正的凉风吹过来了。有，那随心所欲，合理的意思啊，到法界就随你，就已经进入宇宙意识了。宇宙意识是能变化这些。好，这个是适应时空的。啊，你如果到。时空以上，因为法界和虚空是连在一起的，一体两面的，都是在时空同时表现的，嗯，等于平行时空、平行宇宙一样。而且我碰到很热、很冷，就是这个就是功能啊。你现在很热，我们习惯是用电风，哎，也可以变电风，电风马上一转念变成冷气了，有，那这随时你变了、啊，很方便，无欲无分别，这句话很重要，嗯。就活得很幸福啊！谢谢本尊。心情不好很不快都可以啊，你现在什么程度都可以了。感恩本尊，感恩本尊。要发财，要什么都比别人多啊，对不对？感恩本尊。你左手握着，你看，左手握着，你看，握了一个金币了。有。硬硬的，有没有？有。你开什么哪一国的？英国的。英国的哦。对。金币哦，很硬哦。枫叶，对。嗯，它飞出来了。有飞出去。一连串就掉在这里了，呱啦呱啦。哦，本尊收走了。哎、欸，这是金币啊，整座都是金币。有、哦，整座四十角贴得好好的。嗯、有看到金币的紧急手。有，我、哦、很不错嘞。我们这个，哎、欸，这样继续。感恩本尊、哦。这个金币很硬的。嗯。吉老师皮包打开都是金币的。嗯。对。感恩本尊。光看就很舒服，说哦，好富有哦。好。你现在握着手，哎、欸，你握住。一本美金一万块，有。其实你要看，有一张飞出来给你看，检查都检查不出来。有，美金，嗯，有一样，美金一堆哦，哦，有飞的整个，看真的都一样，有
本尊。实相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佛教为什么花了千年的时间他都要探讨。简单的说，因为我们遇到了光，一时光，所以佛教徒一直拜阿弥陀佛是对的。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啊，他希望能一时光啊。释迦也是业土名称一时光啊，释迦是称无量光，称为阿弥陀佛。所以后世的佛教徒拜阿弥陀佛就拜光，看能不能遇到。他还在拜，不一定遇到啊。对啊，现在光跑到你家了，阳当阳塞啊，这当然那个安装安装都安装，好的意思哦。他可以赐你一切，很幸福，心情不好变好。但是以肉身为原则，肉身好按照人生的定律，生老病死，释迦也一样，生老病死。但是里面内容，这个是你百岁以后要用的啦。往生不是一些死的就算了啦，死就是生的开始啊。真正永恒，永恒就在那个往生以后啊。你肉身顶多是80岁、100岁这样而已啊。死了以后，你现在能活也是你的灵魂啊、法性在活动啊。不然你睡着了，睡着了你什么都不知道，等于死了一样啊。醒来，法性阿赖也是要给你恢复了。死了跟睡着一样啊，没事啊。你醒来，我睡觉了。你怎么知道？阿赖是走掉难往生的，就是呼吸断了，呼吸停止了。这个呼吸跑进来，那不然为什么目犍连为什么看到他母亲到恶鬼道，然后根据你的佛教讲，你的业力，然后去你平常做什么时候呢？马上现前里面那个力量，马上告诉你往哪里走。现在就有法界，那最好了。直到完成了佛教的目的。我们是为生命，很简单，本体显化讲了好多年的本体，本体显化都是全部为生命，为自己的生命。学道是为自己，不是学给别人看，不是要这你的境界很好，不是这个意思。你也知道，我自己本体显化了，我自己能进入法界，我自己能自证其身了，你的生命就永恒，这个才重大意义。所以学道是为自己呀。为自己，不是为别人在学道。没有是非，很简单，很单纯，就和本体这样交流而已啊。很简单的方法，就你五官意识不要进来，让它表达。所有人的境界都是你的法性和阿赖也是，就是灵魂在活动。包括肉身死了，他们继续活动，变你的样子继续活动，孤魂野鬼啦、恶鬼啦，就这些啊。目犍连那个救母亲，要恶罪，变成现在的中元节吧。中元节要拜灰啊，底下那个味道了。然后就是有的固定相信的，就摆在这东西要更灰啊，底下要孤魂呢，没有见过啊。你今天要看孤魂都，你这种今天看孤魂都看那个没意义啦。在照见的时候，看到你那些像木匠也在看到我们的恶鬼道，这个都有嘞。进来我都不敢让你看到，我都瞬间那个光就把你美容得很好看，让你能看得下去啊，不然你会哭啊。看到你母亲就很悲惨啊！孤魂野鬼最基本就饿，孤魂野鬼死后最多就饿肚子，饿肚子最基本的。好像我还没有吃饭，甚至有的还以为自己还没有死呢，还守在坟墓，还守在他家里附近，家人都不理他，因为他无形啊，你看不到啊。你这种程度可以随时看到，对。当然你不会去看这些，不会让你看这些。但我身体会感受到，我身体会感受到。好，就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这样目的是往生命的永恒路线迈进，不是往那些就是骗子引到木建脸的。为什么要救母亲？就是这个，为什么大家要求召见？有的人还是认为说死了就算了啊，还要什么召见？你如果呼吸停止了，就是死了啊！你现在想一想，你们都认识有二三十年，还能二三十年吗？有一天大家在这呢，有一天没有了，消失了啊！再来去哪里？继续活着，那个更久、更永远。幸福去法界，痛苦的没有进入法界的，继续投胎啊！你还投胎在这恶鬼是不是还没有投胎？投胎在这地下啦、畜生道啦。你又怎样？迄阵的，迄阵文静的在那里看，好哦，对，排斥哦，好哦。感恩本尊，就《遇思光者》这一集的 DVD
啊，这个赞誉者，赞誉者就是金十方，然后这个宋七力分身对赞誉者说，从环境生活中体悟宇宙生命，这句话我听得很感动，所以我要跟本尊报告，就是说我现在过去的我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享受生活，就是本尊所说的精神的享受，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从生活现象中，比如说我看视频或是看电视节目或是做菜的时候，这做菜就直接就摄受了，或者是把这个菜煮完就放在我前面，或是我直接就吃了。然后还有就是说，法身，我的法身会变成这个做菜的这个主人。嘿，电视里面的东西你可以变出来，都可以，对。然后我还可以，电视的男女主角，电视我都可以。总而言之哦，人生哦，不管再享受再好啊，再富有都不满足了。而且说吃再好，什么什么，你都会变化，都有一种空洞感，我好像还缺少什么。法界不一样，当你有法身一样，你会法喜充满，一直对，就是很高兴，一直流动，一直流动，对，无法挡住啊！哦，真的很快乐啊，真的，就很快乐，很幸福啊！对，啊，你有人生享受到最高峰，你会觉得哇，挡得无啊，看不下。所以，慧可像达摩，求到第一句话要求安心，对你身体安定了，可是你心不安定啊，我心不安。对不对？对，不是心啊，人哦，不是指你啊，啊，对，人心就不安定了。啊，这个法界能让你安定，对，因为永恒摆在你面前。啊，人通常是把你人间是会一大堆烦恼啊，像我说今天出来这个片子就这样啊。法师你在彼岸邀请你，赶快来哦，这里好幸福哦。你还在说，我还在洗碗，我还在洗衣服，等一下。那人生你想一想，唯一起来就是这些事，平面的人生就这样，再好还行哦，什么什么。亮丽风光的这个人大人物都是这样而已啦，生活也是吃啊喝啊睡觉啊，怎么样，没有比法界的那种好了，真的我没骗你哦，你可以哦，啊你不知道享受，反正我不培养假行列啦，对了，我现在明白了，现在明白了，现在享受，我现在听得懂，也可以用得到了，享受是享受生命，对，生命的奥妙神奇啊，你享受人间的餐厅当然也是享受啊，享受美食美味啊，满足一下，短暂，很短暂，不会洋溢出来，吃了就忘记了，再好的经验也都忘记了，啊，这个变成一天啊，几个从50岁开始享受的话，到还有50年赚100岁好了，那是花一百几年对吼，所以法界里面真的很幸福啊，对，幸福都是很完美的啦，你现在有资格去了，感恩本尊，就是，因为你能变当变身中的当，瞬间变，这里变皇宫，有马上，全部都金的，地面也金地，对，不是大理石，这个桌子也金的，对，这个花都长得很高了，挡住你了，全部抬起来，对，就可以变，对，这一块多金变起来，变一变黄金，有，我变一件。提琴都可以变，这个金子停在那里都可以啊，对，可以感恩本尊，会即使生命创造那一种奥妙，感恩本尊，人生生命很有意义，很价值就展现出来，对，好像你当到什么当到，就是这样而已啊，生活就这样而已啊，真真早早是是会到最后死掉，就这样而已嘛，人生就这样嘛，感恩本尊，所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生命，好，现在只是为生活在生活，对，现在是为生命在生命，而为生命是为自己。对，正道不是为别人，为自己。每个人都为自己，就等于整体。每个自己就成为整体。啊，自己成了，可以相应到邻居左右亲人，都可以相应到啊。好，那，你现在有何求？我，我想请本尊帮我安住这个。法轮背光跟相轮背光，因为我在刚进来大日宗的时候，我就摄受到相轮背光，我曾经跟本尊赞誉过，我想请本尊示我。你今天不是有法轮背光、相轮背光吗？我看到我是有了，但我想请本尊帮我安住。啊，你不是有看到就是安住了啊？是的，感恩本尊。你现在学想吹有就是安住了啊？我有看到啊。如果有看到，你是还没有，因为发生
这个法轮对外界是针对法界进入法界要用的。嗯，阿弥再生能用得到，当然是都他自己出来，他自己会出现，嗯，会很自然出现。要用什么向轮悲观啊？中心点就以脖子为中心了、啊，到向轮悲观了、啊。嗯，感向轮悲观。有时候他不要执着说一定这么大就小，因为法无定法，相无定相，它会变化，你就搞乱了。你就认知那个中心点，它向轮悲观中心这样。向轮悲观，以我的作用来讲，比如说我说你昨天和谁吃饭？昨天晚上，嗯，他给你带动向轮悲观，哎，你出现了。有和谁吃饭，吃什么东西都摆出来，这个时候向轮悲观给你。哦，你可以看到我向轮悲观。我平常不讲，我讲这样的时候，向轮悲观就会帮我做，它可以重播。干的。你听到我说，哎，你看得见，给你重播，就要靠向轮悲观把你重播出来，啊，就重播出来。这些照片都是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或照的时候，照出无意中镜像看出来的，我已经忘记了。但这个摄影师照出来的时候，哎，这个好像看过，都去过了，都不知道嘞。照相的人都不知道我有这种境界，他照出来都是我的境界，我奇怪。啊，境界已经过去了，他怎么照得到？嗯，他怎么照得到？他也不知道我有这种境界，而且照相的人也看不到啊。照相机拿着一直照，一直照，那个都有我的境界都照出来，就是这个向轮悲观给你重播我小时候的境界播出来。我忽然就，哎呦，这向轮悲观很好用哦。嗯，比如说你要回忆什么，要知道你几岁的时候，他说你，学生时代有出来了。学生时代，穿的你的同学都出来了，嗯，有你记忆的同学都出来了，嗯，哎，向轮悲观就这个时候照住了，就是向轮悲观可以 copy。比如说你做梦，你梦中哎看不到脸，把你的脸找出来，向轮悲观功能，不知道用，那现在我是不是安住？安住你不会用，还是在那里安来安去啊？安住要用，照出来，我都很快就可以照出来。好。但是我们照这个不是要照人的隐私啊，照人这个不是生命的奥妙就从这里哦表现出来。像我的照片最明显，嗯，一照就照好多张，不是以前啊，小年轻经过思想的都给你照出来，嗯，经验的都把你照出来，你几岁怎样怎样，你做什么，再细节再细腻，他都把你照得很好，很清楚。但是我闲来无事啊。我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没有用啊，就是和这些这样天天在一起，就知道有这些啊。啊，你要这些知道，要安住，我就告诉你，他自己会出现。好。哦，比如说他讲境界，你让你照下去，他就播出来了，那个意思啦。好。啊，什么人不知道？你记忆，哦，比如你最后哪一次见哪一个人身上，那时候可以照出来。在哪家餐厅吃什么菜，你忘记了，他还是给你照出来，就靠笑你对方。这属于。用了，好，感恩本尊。那另外一个，我想请本尊，我想请体会本尊的手放光。手放光啊？对，因为我在本尊的显像集的第一本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一直对手放光。那你说我看到我手有个大日？有一颗大日。有。逼近你的。有。这样就这样。好，有。说起来。我的帽子，你戴我的帽子。有，我戴上了。摸摸看，还一样。硬硬的。硬硬的。嗯。你帽子的话，一戴下去，你整个人都不能动了，思想什么都空了，而且这头一收一紧，好像孙悟空那个金箍棒。这真的缩起来了。嗯，应该收的，嗯，哦，哦，啊收的。有。你展现，你看身体都僵硬了，都僵。那帽子都看得清楚吗？有，看得清楚。哦
今天送你这顶帽子了。谢谢本尊，哦、感恩本尊。带回去，哎、好、嗯，带回去，哎，帽子这不是这一顶哦，在你那里那一顶了、啊。好，感恩本尊。我把它去订了啊。好，感恩本尊。我把它去订了，去订第几啊盖啊？在等你的税，在等你的税，税贵也该都去垫。好，感恩本尊，谢谢本尊。等心算，那我还抵了你的等心算了。整个缩开，本尊有没有帮我解开？头让你缩开，有没有帮我解开？哦，嗯。这顶帽子，现在你戴着，放在你家的客厅。有看到了。你看，他在等你。好，感恩本尊，谢谢。这顶帽子放在你的厨房。有。嗯。对，放在你旁边有锅子，有那个锅子还会说话，你怎么在我旁边？听到没有？有你在这里可以听到，你在近在可以听到，可以。那帽子可以无所不在，嗯，你到哪里它都可以在。好，这顶帽子出现在你头上了，有。这里是爱迪达，现在刻你的名字赖叶尔，金色的，嗯，刻赖叶尔，有。嗯，刺绣的，刺绣，你仔细看那些刺绣的，这好刺，赖叶儿，有感恩本尊，那、哦啊、就带回去你专属的赖叶儿哈。感恩本尊，谢谢本尊，这顶帽子，好，感恩本尊，谢谢本尊。来来，哦，老师啊，老师、啊，头痛五十年好的那一个了，哦，感恩本尊，今天有这个荣幸。在这么多人面前赞誉哦，是我是此生最大的荣耀，有点紧张，因为我以为只有三十个人。赞誉哦，哎，对。人虽然在旁听者，有时候他瑟瑟都到。是。跟你讲说，哎、欸，他也瑟瑟到了。感恩本尊。就是这样。本尊一进来，我进来哈、哦，进来的时候，那个能量就立刻就传到我全身，就热的，热烘烘的，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开心。哦。然后刚才本尊带动那个电风扇的时候。我就有一股这个凉风这样吹过来，哦、非常的舒爽，就像秋风。你的程度也可以变风扇。是，所以真的本尊真的是非常广大慈悲。现在电风扇要出现了。有。电风扇移到你家客厅了。有。在家里吹了。对。他吹着等你回来。对。你进去就看到电风扇。我平常很怕电风扇，可是这个电风扇我很喜欢。很凉快，它不会让我不舒服，很凉快。有病吹一下就好了，说不定了、啊，说不定哦。感恩本尊，感恩本尊，不是电风扇，是、嗯、它是凉风习习，感恩本尊吹给你，不会有凉的感觉，不是有冷的感觉，不会让你抓痒。是，有时候电风扇都会让你抓痒啊，是太凉了，它会让你心凉鼻透。对啊。感恩本尊，现在这样你看到吗？在这，现在装到你家客厅了。有，你房间也装一台。有，它自动会打开，不用电。对，不用开冷气了。感恩本尊，还有我这个礼拜一在新竹分会，在静观的时候，突然看到空中非常多的佛菩萨，是金色的佛菩萨，而且金色的莲花。我的法身告诉我说，他们就在等待参加本尊的最重要的开示会。你现在看着旁边的佛菩萨，喂，你的程度像，而且活生生的像人，对，只是金色，全部金色，然后金色莲花，现在非常的震撼，对。Thank you.
非常震撼，自然你看得到啊，看得到，看得到，非常感本尊，看得到的人请举手。哎呦，也是很多人，我们境界有的很好，是，所以你可以带动其他人这样知道，真的非常感本尊，因为这个是认知的范围，是他的所知量内容。对，我刚才讲的亿万分之一呢，对，他就要亿万分之一，进到很多很多内容，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感恩本尊。你看那很端庄的做，有，他们都非常的尊敬，对，非常尊敬本尊，感恩本尊。再来，我7月12号参加我的师那个同学会。我们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办同学会，去参观那个密道，圆山饭店的密道，我们去参观西密道，结果出来的时候照相就照到非常金灿灿的光，那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光，我不确定它是大日还是那个圆光，我又想说也许是额头光，因为我常常额头放光，所以还不太了解的时候，过了几天突然我的法身从墙壁里面浮出来，是浮雕一样的我的法身，然后上面带了一个圆光，所以就是法身告诉我我拍到的就是圆光，哦，感本尊。你拍到的是什么？圆光。哦，圆光。所以证明说本尊所恩赐的圆光是永远，哦，到要出现，永远常在的，照到了。对，那事情过去以后经过2个月，这几天我又看到，我又再把照片拿出来看，结果又发现了大日，所以同一天我的同学帮我拍照，拍到大日，又拍到圆光。我来呈给本尊，感本尊。来，OK。这个是圆光。哦，然后这个因为眼睛看到的嘛。对，然后就是同学帮我拍的，所以本尊所言真实不虚，只要本心显发，一定就是展现大日。我不敢说我所言不虚，我说我讲的话你听得下去，你就有信心了。啊，偏偏我的话你我们是百分之百、万分之万分的相信。你听得下去，不一定有人听得下去啊。感本尊，听得下去，听得下去，你就可以有。是，圆光就是圆光。对，然后本尊当时有示我般若妙智光以后，般若妙智光常常跟我互动，他有时候一下出来，整个在我前面转动。有一次是我的法身进去，然后就瞬间到天界，后面全部是金色的山峦，脚踩金地。就是你认知那个是般若。对，这般若妙智光非常妙智光奥妙。对，般若妙智光是配属那个光体的。对，那光体啊，你平常那个般若云、般若智、般若，那是你本体真如自性的般若了。是，它那个般若那种性质不一样啊。是是，然后你。简直得这个般若妙智光嘛。对，感恩本尊的恩赐。然后有一次还进去以后看到一艘很大的法船，它不是在那个蓝天白云海天一色那个蓝，而是白色的如来云，那个风帆很像古时候的那个帆船，一个一个的那个风帆都在飘，然后水会动，都是如来云，那背后也是白色的，就是法船。所以就印证的说，我们佛经所说的这个速成般若船，早登涅槃山，这个在我们的大日种里面就提证出来了，感恩本尊。再来就是我所有的分身都像本尊一样的平易近人，常常在出来跟我互动。那梅星光分身出来的时候，有一次他的那个大日，他大日从眉心出来浮出来在我面前，然后大日里面又跑出一个梅星光分身，是小身，所以那个分身呢，可大可小，真的实际上是无远近、无大小，都印证了本尊所说的一切的实相境界都是美好的。然后它也会变成一颗大日跑出来，哦，就是千变万化，各种分身都在里面。那有一次，它是在变成一个金色的分身在空中，外面一圈金色的7颗珠，哦，非常的亮。所以我今天能不能请本尊赐恩赐7颗珠感本尊？7颗珠啊，是它就是非常亮在空中，然后连分身都是金色的。哦，7颗珠有停在你周边吗？是，有停在你周边吗？有。现在吗？像这样有？现在就现在这样？有，现在出来的本尊。那7颗珠你给它放到空中去？是。
有。你的法身也一样站在虚空。有。啊，那你法身变巨大身。对，有。七个字开始分散。是，有。七个字是形成分身千百亿了。是。它马上变成很多很多，布满虚空。是是。很远很远都看得到。都看得到，非常亮丽。哦，非常亮丽。是。最远那一个，最远就角落最远这整个虚空都有嘛？最远那一个，你看。看得清楚吗？有，我这样也可以啊。有，哦，有最远那个，有，非常清楚，哦，非常亮丽。如果这样，全部虚空，我们现在往目前看的，往上看的虚空，嗯，一万个，你看得清楚吗？有，一万个可以，它排列很整齐。有，一层一层，非常多，都很清楚，每一根点都很清楚。有，你不必这样转头看，它是你要看那个，它自然就它就是非常多，一层一层上去。它一看就是整体的，像这一排，它整体看下去都清楚。是，都很清楚。有，就能这样。对，我的程度很好，感本尊，感本尊，都会邀请我。然后我也想，啊，我也想要有那个相轮背光，可以吗？好，你的法身站在虚空，有相轮背光出现。有非常亮，我这个头整个热的，特别表达一些中心点在背后，整个麻的热的。你现在肉身嘛，哦，对，现在先法身，是，嗯，有法身回到你身上，有相能对方就回到你身上了，有先来的，让你亲眼看到，是，那你今天就来得相能对方啊，好不好？是，感恩本尊，嗯，那还有呢？不用安住，是，这样就安住了，这样就安住了，嗯，是，感恩本尊，嗯，还有呢？最近那个阿瑶会长哈，哦，介绍很多本尊推出很多的新的那个光片，其中有一张我非常非常惊艳，就是天轮光，天轮光，哦，天轮 光，我每天朝思暮想就是想着天轮光，想着他，感谢他，感恩他。不，他有出现吗？有，前几天就出现我在头上。哦，那个千丝万缕那个光非常强烈，往四射，摩天轮那样，从那个。对，从那个本尊的头上哈，四射四射光芒四射，哦，非常的法喜，嗯。那我有没有荣幸可以得到这个天？天轮光是有没有这个荣幸？请本尊，你是想四射的还是？对对对对，然后光很绵密，非常亮，就是四射的哈。是是是是，四射一样在你虚空瓦身，有光芒四射，有哇！而且这种光芒离不了圆桌，是它圆形的这样四射，对对对。对，有感本尊，你看到没有？有看到了。你的法身，感本尊，是感本尊。啊，天轮光基本是是，同样一组系列，这个是天轮光回到你本位的时候，对，它移出你外面的时候，就像摩天轮那样。对对对对。那，啊，你的法身就在旁边，嗯，是，嗯。那个时候是要相应天光光，感恩本尊，嗯。还有呢，就是那，哦，啊，你可以试射了哈。对对，有，现在在我后面的，哦，一直在射，很亮丽。哦，啊，非常感恩。那个消失哦，它那个好像一条线一条线嘛，哦，试射有是是是，消失它会好像线条一样这样收回来。对，它那个荧光消失不一样，就聚在一起。嗯，对，感恩本尊。哦，很好很好。刚才能站在。任何人能站在虚空，一定要靠天光光。对，我只有没有表达出来。是，比如说你现在法身站在虚空，是，怎么能站得住？可以，可以。可是你在往上看，天光光在上面。对，有。我，哦，没有表达。是，天光光一定要按住，你才能在虚空能稳定啊。对，对。如果天光光消失，你虚空就觉得哇，当然法身也能够自己能站得住了。是。不能处理的，是你到法界到虚空，虚空这样法界，虚空界是我们人世间物质界，
是虚空，我们眼睛看的虚空叫虚空界，是法界是法身看的虚空不一样。哦啊，可以组合成一，对，虚空可以圆法界，法界也在虚空中、就是、一体的、啊，就是一体不二、啊。天光光，你要去法界的话，一定要天光光或站在虚空，是出离最基本要天光光在很高的地方，它不出现，是不出现。你如果要照见那个什么耶稣啊，什么孔子啊，什么这些大人物，这些古代的圣贤啊，你一定要天光光，对，要给你照见。是。天光是针对人类就可以。对。那从次元去找，天光很多线路啊、线条嘛，它可以从这个层次去找。对。叫做次元啊，几次元、几次元、几次元，好，感本尊。我们人世就只三次元啊。是。三个次元高宽，是三个次元空间嘛？是啊，第四次元你都无法度去啊。等等，另一个第四次元科学家都没办法上去了、啊。是，不要谈到五次元。对啊，理想这样演说理论只是到十一次元。是啊，其实到三次元你都展现不出来的以为啊。爱因斯坦嘛，讲时间是第四次元。对，啊嘛还未确定。对，所以这次元的线路光的怎样？是。你今麦安定。天轮光 啊，是，然后那个漩涡光哦、啊嗯，我常常看到中心在转，然后有那个圈圈会，那个中心会往下延伸，好像个地下道。嗯，但是我的法身不知道如何进去，所以想本尊推我一把，把我推进去。推进地下道呢？就是那个漩涡光的那个地下道，我进不去。你说你刚才看到地下道？看到那个天轮，那个漩涡光里面有一个圈圈在转。然后往下，好像个地下道这样子。嗯、可是我的法身不知道怎么进去了，就往地下道去了。啊，对，要往。给你重播，所以重播再给你做一次。是。哦，你说漩涡光是那个洞，对，是旋转很有力量，有旋转，转出一个地下道。对，要再按你的法身跟着进去了。哦，谢谢。进去以后，哦，地面的。港本尊，往地下的呢？对，它就咻这样下去、哦，我进去了，谢谢。这个是要。向人背光去照出你看、这个是你看的哦。现在给你做，好像整个头是热的，全身是热的、哦。你肉身当然会反应，但是不会危险、啊。那个能量非常强，不会危险呐、啊，不会危险、嗯。即使有高血压、糖尿病都不会危险。是，感恩本尊，所以分身哈、真的是非常疼惜我。那我常常在分身的前面静坐。就会看到那个分身变成白老，因为你现在所有的精神就要享受你生命的奥妙啊。他会变白老出来，然后呢，他会把我带进去。有一次我法身进去，然后就从那个很高的天空往下飞，就是一个峡谷，很深的峡谷。法身下去飞下去的时候，看到旁边的山壁呢都是七彩的那个壁啊、它是光滑的。非常的亮丽，然后到底的时候看到一个湖啊，那个湖是宝蓝色的，非常的平静，然后非常亮丽，就像闪闪发光。反正你有这个法身以后，对，上天入地，对，六合之外之内，对，就是庄子形容的快龙给你供掉啊，然后庄子啊，我下去以后就看到有人在划船。我很开心在划船，然后我看完我下去以后是下到地道以后，我就下到那个湖面，湖面到那个湖面、看他们在看那个湖很美啊、就是像钻石一样，所以我是觉得那是琉璃世界。然后看到有人在划船很开心，然后我就往上飞，一飞上去就进入法界，是全部金色的世界。现在让你稳定一个法界，你就现在开始住在那边了。好。就住在那边啊，你不影响你肉身生活。是。啊，那边你的法身在生活，你都不影响你。是。常州的五座山中央下面一个湖啊，很漂亮的湖、啊。对，哦，很美。我五个手指头。是。你看我五个手指头。有。忽然间扩大，那边在扩大。是。五座山就起来了。有。很高很高。有，很漂亮，很壮观。悬崖峭壁是真的实况起来啊！对，下面那个湖水啊，比天池还美丽啊！对，让你一个人享受这个天地，对，非常美。五座山还有这个天池，非常在享受美景呢。有是，有鸟，有什么都人有这个山峦很美，树对，还空气很清新，空气就是空气，对。这个地方是你的，你就住在这里。感恩本尊，感恩本尊，住在山洞，感恩本尊。
但这里面是宫殿办的、非常好，感本非常漂亮，就在没有人打扰的，没有人打扰的感觉。谢谢感本尊，它存在，它存在。是，你看那个水都清澈见底。对，非常清澈，哦、蓝得发亮，嗯。哦，非常广大。对，往下看都是绿油油的。哦、是是是是，哦、人间仙境啊、哦，真的很美。人间仙境。对，从我这只手五指上可以对，有对，就是湖底。是是，我说起来它就是消失了。嗯，对，对对对，给妈听，给妈报答啊！感本尊，感本尊，还有我的婆婆103岁，现在103岁，现在还在。那因为人命不知道能够多久，我们无法预测，所以想恭请本尊显发他的法身，让他以后不用去六道轮回。好，他的法身站在这边，有，就这个有。叫你的名字，平常叫你那样。有，他的声音就这样。有，嗯，感本尊103岁哦，103岁，真厉害，嗯，比我们还聪明。嗯，然后现在还有个不情之请，请他回去，我请他回去，有法身了。好，有法身，有，给他加荧光。是哇，虽然肉身通常都是谢谢感本尊，感本尊，103岁，一定要给他加荧光。是，因为等到几年后，你说要来照见。是，说不定没办法给你加荧光了。感本尊，感本尊，荧光出现有，法身不加荧光，再生就给你加荧光。是非常感本尊，特别优惠，特别优惠，难怪有嘛。有，哦，他很高兴，我看到了，是给他金咒，哦，像金咒，有金咒把他抬回去，有，哦。金咒抬回去，将金咒将飞回去了，回到你家那个老家门口了。有哦，他很高兴，他很高兴 哦。我本来是很高兴哦，谢谢。感本尊，感本尊、哦，因为他以前对我很不好，但是我现在还是要以德报怨的。感本尊，以德报怨哦，难怪。然后再来是一个不情之请呐、啊，我有六个孙子，全部清一色是男生，我是想请本尊呢。显发他的法身，开智慧，让他在面临考试的时候不会慌。开智慧我没有办法，倒过来可以。就是请法身帮他考试的时候，帮他能够尽量的心神能够安定啊，能够稳定啊，把他的没有、欸、可以把他法身叫过来、啊。对，法身叫出来，然后让他法身帮他这样子，嘿嘿。我给他输入这样哦，就对法身看他怎么样啊？就是考试的时候不会紧张，然后能够一帆风顺这样子。哦，好。给你做法身照过来了，对，自己的看他的造化，对，看他的福报和造化、哦、啊，也要自己要努力啦、嗯、要自己要很用功的。我努力是应该啦，哈，努力尽量啦，是，但是有一招可以把他变他读过的书播出来抄下去啊。对，感本尊，你说，哎，功课，哎，如果读过的书忘记了啊。考试是靠记忆嘛，我读过什么，然后写下去嘛。对，你当过老师当几年？35年。有35年嘛，当老师当35年都知道嘛。是。哎，我们考试是哎记起来，我读过什么呢？是。那、啊、我这个不是你忘记了？对。一本书搬过来，在里面讲放给你看。是，抄下去。我等抄下去。是，那就。非常感恩可以这样，非常感恩的、啊嗯，可以这样，就安心了。这环境顺其自然了、哦，他卖、啊、做坏事真是顺其自然了、啊。好，蛮羞愧，你还做大官，到尾贪污两样关唔起。啊，慢慢啊，迄个活在边啊，安达达哇，活啊足好诶。好，不要强求，是顺其自然。是、嗯，不要紧张了哈。嗯嗯，因为做毛做高官就必贪官。那最后一点就是我要赞叹我们。法身阿伯刚又来了。啊法身还没有来啊！法身还没来，照他而已吗？就是六个就一起照嘛，就孙子对吧？对，出现有，就这几个啊，清清楚楚六个，六个名字姓名一起打出来。好，有，打出来是立体的。对，现在帽子一个人一顶啊。哦，没有，好有福报，感本尊，感本尊。他们的名字啊，他们名字上面姓名写在帽子上。有都正确是没错、哦、有我、哦、按地外婆啊莱尔不是莱尔那一顶哦我、哦、这一顶哦感本尊哇那一顶跟这一顶不一样今天真的是报喜哦、啊嗯嗯、感本尊这一顶底的话科技也出了答案出来了是啊我要、哦、请他回去他们是他们
都很开心啦、啊、很开心、啊、很感恩啦、啊、对、哦啊、有彩得对、哦、请他回去，这个是处理光把他从哪里，因为他不一定现在在一起，要各自把他请来的机会，是是是是，要把他出让他处理出来，然后要分散回去，对，要回到他身体、啊、是是是是是，啊、不然他若生如果没有回来，他嗯，杰哥今天怎么心神不定？他在那里、哦、是是是，今天怎么头晕晕的？啊，进来回哦，我忽然间好，你是这样、啊、处理他不知道，是是，他不知道，因为你帮他弄的哈，帮他弄出来的，感本尊有这个福报，非常感本尊，就好像感本尊。精神不定啊，你呐，嗯，是是是，啊，入的好啊。现在就是安心、哦、安心定，还是活着，是是是是，可以专心。然后最后一点赞誉，就是我要赞誉我们的革新版法身显像机哦，是非常非常有强大的能量。那最近我在进观的时候，我常常打开法身显像机的154页，图161，就是。分身的头上有个金珠，哦，然后我跟他这个对应，就是跟他相应的时候，这个金珠会跑到我的这个哦，这个叫心轮呢、哦，放光，啊，全身非常温暖，因为这个金珠这个法身显像这一面呢，它的释文是说菩提心珠能除一切烦恼垢浊。啊，若有得者，令其所愿悉皆圆满。所以我常常跟他相应以后，我觉得我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富有。然后如果我有烦恼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头上，然后它非常的清凉空寂，整个烦恼就突然不见了。所以每天都沐浴在这个法喜当中，非常感恩我们这个法身显像机，太厉害太棒了，所以我一定要赞誉出来。那分身的头上有个金珠，就这个嘛，就是一个图，就是一个在这里有金珠在头上，珠就挂在空中啊，有，就这个嘛，是，它珠跑出来了，很亮，转，有，是非常好，非常感恩，能化除烦恼啊，是，就是整个头就变空了，烦恼、哎、就没有，哦、就是人吃人就烦恼，就头脑就空掉了，我就这样啊、哦，对，它这非常棒，对，现在从失踪跑出来就是这个、啊，有。现在我又觉得很清凉的感觉，很清凉哦，头很清凉、哦、然后心轮呢就很温暖，就是这样子。哦、就这颗没有错，同时那两个感受，我认识一下，因为我忘记了。是，我特别来分享赞誉感本尊。回到书中，是是，回到书中以后，书就消失了。对，感本尊，谢谢感本尊、哦。那我回去继续体会那一切感本尊。你这个看到那个珠，你就会自己会出来。对，他就是、哦、很好很好，就是一直让我摄受、嗯，非常感恩。感恩本尊所有的法宝都让同道人都受益无穷，你一定很幸福快乐，很幸福快乐、啊、而且百岁以后一定没问题、啊、是，尤其现在阿爷光给你保证，不是我、哎、感恩我、啊、感恩我们所有光体给你保证，是，你这种程度已经能进入永恒了，是、哦、感恩本尊、嗯、确实可以、啊、是，好，那一切，而且你别忘了那五指山下的、哦、是是，我就每天享受在你洗澡就那个大脸盆洗澡、哦、对，像瑶池金母在泡温泉也可以，像瑶池金母在天池洗澡一样，是是是、啊，非常感恩。嗯、我来了，嗯，哎呀，哎，哎呀，哎呀，我都以为温温寒的，不是你啊。感本尊大光体，我是新竹分会的同道，我叫温梦涵。这是我妈 妈我知道，你妈妈我知道。感恩本尊，今天非常有荣幸，真的能参加本尊的开示会，也很感谢协会的安排。我很荣幸，你的邀请你啊，你邀请我，唔再当出来。感恩本尊给我这个机会。嗯、我起来，我伫南部起来，北部就要休困啊，我无爱接摊，我慢慢弄，我无爱接摊，嗯。感恩本尊。要休困啊，要做个随身生活。感恩本尊。对来讲，谢温你的温德啊。啊，是啊，都阿哥人约我，我啊，感恩感恩，嗯，真的非常感恩。那基本上我入大日中大概有七年的时间啊，有七年。你什么？加入大日中？对对，入大日中。七年啊，今年第七年，对。哦。那其实，在二十几年前就有机会接触到光的资讯啊，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有机会认识之前的慈恩师父。妈妈先啊。对，她认识慈恩师父。
之前的慈恩师父，对，然后慈恩师父有跟我妈妈介绍那个光，然后介绍本尊送七力的资讯这样子，然后呢，我妈妈她也有朋友有借我们看那个大本的天书，天人合一的天书，所以那时候二十几年前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有翻过大本的天书。哦，那本不是我出的哦。对，那本是以前人家到这来哦，为了卖钱都假借我的名字一本卖两万了。事实上我没有卖过书啦。对对对，我知道。我也没有从书中取任何利益啊。是。啊，那本天书我叫他本来封被印这个人哦，就专门在哦。嗯啊，他印他的名字，印他什么？我赶快赶写那个十六通补上来啊！嗯，因为他写他的禅宗，写他的什么都用我的照片表达自己。哇啊，我帮你写，现在一的十六章你一定要采取的。嗯，他写那个都是禅宗啊。嗯，是那个不是我出的，是可能有机会看过的。对，以前人家给我照片我都不要，他就捡起来。爱不经过挑选，那就随便出版。哦，这往事如烟呐，啊，往事怎能回味啦？感恩本尊，可是其实，全部都是挂在我啊，哈，啊，十六篇是我写的，没有错。嗯，感恩本尊，我那商量很久，拜托你，你这样你会落气的，真容会稳住了，不要自大，起步不高了，垫步不久啊，怎么挑八了有点撑垫步，撑不久啊，嗯。啊，他里面王公，我看你很高。啊，用我的照片呢，啊，我跟个选择，哎，五位五位专家，后来能忙两位，感谢光。没有，还是感恩本尊。啊，那时候有接触到光片，那其实因为那时候没有认知，所以那时候在看光片的时候，以为是只有像本尊这种特异能人士才会分身。那时候因为没有认知，然后又在读书，所以就没有特别的再去。了解里面的背后的意义，那时候没有什么，就没有那个机会。那后来呢，一直到读书啊、工作啊，其实我的人生过程还蛮顺利的。从读高中、大学、研究所毕业，一直到现在找工作。那你也硕士就对了。硕士是感恩本尊。我知道马一龙给你介绍说，一个乌梦昂是个才女啊，她很会主持节目啊。感恩本尊，都是光的功能。感恩本尊，感恩本尊。你功能研究所是。然后现在是在电子。我很崇拜人有学历，因为我考大学都考不上。感恩本尊。那现在是在电子科技业当主管啊，所以从求学到工作，其实真的都很顺利。那冥冥之中就会感觉到有一股能量，其实一直在护持着我。虽然我没有认知，可是从小到大就有感觉到有一股能量一直在护持着我。然后那股能量就让我过得很顺利。那顺利的过程中呢，可是。有自己会浮出那种思想，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想要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想要了解宇宙的奥秘。对，是刚刚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会想要了解吃饭和睡觉吗？对，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对，为谁辛苦，为谁忙？对，对啊，把生意要寄托在小孩，啊，小孩娶太太以后就不孝了。因为感慨万千啊，对，就会想了解宇宙人生的奥秘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然后最后要去哪里，对，然后就会开始思索。可是因为我比较对那种静坐念经或者是一些宗教团体比较没有太大的兴趣啊，就没有朝这方面去了解这样。然后一直到七年前，我妈妈在 YouTube 看到本尊开示的视频，对，然后看了大概三个月。他就介绍我看，那时候我还就只有他先看而已，他就介绍我看。那我看的时候呢，因为我对佛经虽然没有读过，可是一听本尊开示的内容，真的是豁然开朗，直接就说中了我的心，直接就把宇宙大道的那种真相直接把它表述出来。然后更重要的是，本尊讲到这个实相，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可是我一听就觉得非常的赞叹。所以我就毅然而然就带着我妈妈一起入会到现在了啦，感恩本尊七年了，对，那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的，感恩本尊。在新竹有见过，在新竹对，是。那入会之后呢，我自己其实体会一直，除了生活上真的也是感恩大光体，心想事成，真的是生活上的满足。然后法性上也是靠大光体的提升，一直都有在进步，自己可以感觉得到。那以前看光片的时候都是静态的，那现在看光片呢，漩涡光或是般若妙智光就会开始转动，就可以看到动态的光片，然后光片里面的光珠也会开始在浮动，
五颜六色的光珠都在浮动的。你在讲那个光珠，光在启动，我在看你的法性在启动。感恩本尊，你要探讨生命，要经过你的法性，是哦，快启动。他以前是读书生活，为生活而生活，对，他生活到一个层次以后，安定了以后，就会想到生命问题，对，他想到这些问题以后，法性就有启动，是，哎，碰到光就有一，感恩本尊，真的，遇事光，生命的来源就启动，是是，这是法性的起作用。表面上是哦，光在启动，光在怎么样，看到什么现象。法性已经启动了，是感恩本尊，真如缘起，是一缘而起，是遇到缘它就起作用，是啊，你遇到光片哦就起作用，起作用还是回归内在那个真如法性，是法性属于真如的，是真如的体性啊，叫做法性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大光体放光，让我的法性真的被点燃，然后能帮助我在人部还有天部的生活，一切都很顺遂。所以现在能看到什么见什么境界，进入状况了。对，这边也要跟本尊赞誉一下。什么你都看得到，都看得到。感恩本尊。对。那诶，先跟本尊赞誉第一点，就是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没有多想，可是就出现了本尊今天服装的帽子还有衣服一模一样。昨天我出现帽子，有帽子，是白色的。对。昨天晚上我就看到，对。就很感动，那时候我没有多想，就是看到本尊的，就今天这个服装的样子一模一样。哦，感恩本尊，那我请你喝一杯茶。感恩本尊，看看这个杯子哦，是你面前马上出一杯茶了，有。火灶没有关系，它直接给你倒喝下去了。有，感恩本尊，那、啊、你也可以用手拿着它，像杯子一样，是试试看，是有要试试看，有没有这种质感？有，像杯子一样喝下去，有茶嘛？有。有茶，感恩本尊。再来第二杯葡萄酒，感恩本尊。葡萄酒马上变成高脚杯。嗯，有。高脚杯你要握这样的。嗯。哎、欸，高脚杯。有。红酒啊。是、嗯、是。红酒不是要用手的温度去温吗？对。那么喝下去，这是红酒。有、哦，感恩本尊。喝茶红酒，请你两杯。感恩本尊。喝得到吗？哈。喝得到，感恩本尊。顺便。看看你的境界如何，好，所以你可以享受人生，是，你现在可以要什么有什么，感恩本尊，甚至要吃什么有什么，是，甚至要几个账户就有几个账户，是，感恩本尊，对，然后再跟本尊，我说真的嘞，是，有没有这种境界？天底下所有看到的电影古今中外的男人，你都可以在你身边，感恩本尊是有，你可以尝试，有，像你咬了，像你骑着白马，有，我来了。有，就是像你，因姿焕发，有，在马上，这里不影响，不影响，真的。对你说，晚上我找你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有。啊，来的来像，谁怕谁啊？乌龟怕铁锤啊。是感恩本尊。哦，那就这样演，是感恩本尊，有，还可以看到那个马。跑过来那个马，那真的是马。那个对，然后尘土不影响，只是像在这个空间不会踩到你。对，你看那个马都很对，很活生生的。是，它跑掉就往虚空去了。是，都可以，看你要谁来都可以啦。都可以，感恩本尊。看谁，看哪一个你电影中哪一个帅哥，哪一个性格的。是，因为男人不一定要美丽英俊嘛。对，有的很有帅气。对，有的很肮脏，叫做魄力。叫做性格，是看起来脏兮兮的，谁不会叫性格？性格，那一种有的喜欢那一种的啦、啊。对，啊，有的人像喜欢那一种 muscle 的，嗯，啊、你来喜欢哪一种？给你招一个来，感恩本尊。你不喜欢看到他就会喜欢，光照的都喜欢，光照来的我都喜欢，全部给你报道好了，感恩本尊。在那里排队好了，有排队哈。现在已经有被抱住的感觉，哪一个都可以。你现在你这种境界可以要天下所有哪一个人？感恩本尊，除了马一龙以外。感恩本尊，感恩本尊。然后再跟本尊站一次。我刚刚到会场的时候，因为人不多，所以我先跪在这边礼敬分身的时候，就看到天冠光出现。然后我本人就是跪的时候，就整个电流就起来。就看到了、哦、你礼敬天王光出现把你扶起来嘛，对，然后电流就上升，是、哦、不是秋秋啊，他那个光是自然，对，然后后来本尊一进场之后就
本尊进场坐在这边的时候，开始开示的时候，看到本尊身上的光这样一直发，就是一阵震动散发出来，然后本尊只要一举手一投足，全部就是能量过来，光都随着我的手，对对对对，都可以看得到。有境界的人哦，像你如来境界看我就是如来了，是。啊，你是坏人看我就是坏人了、啊，是感恩本尊，是这样，是这样。我说我是镜子，是是。你好人看我，我就是好人。是释迦牟尼，我看我就是如来。是，那天神都很尊敬我嘞。是。看人都很排斥我嘞，很奇怪嘞。因为我们很喜欢本尊，感恩本尊，我们都爱本尊、哦哦。所以你的境界，如果是如来的境界显化，你看我就会发光。是。啊，你如果是人心很肮脏，心很时常接到好像会被骗啊什么啦，这些心中有骗啊、嗯、或什么的，以为我就是骗徒了。是了解、欸、我骗过谁？没有啊，我没有同人像说、欸、你要给我什么给我什么，我从来没有啊。是，我想问你，我要给你什么？感恩本尊。哎、欸，真的啊，嗯，是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大慈大悲，感恩本尊、哦、是、嗯、所以现在要可以有没有心机，不管你这种境界可以会用的话，天底下你喜欢的人都会在你旁边，是到90岁都不会寂寞。感恩本尊，到103岁一样说，到103岁你一样，他能控制你的情绪啊，情感啊，是感恩本尊。到103岁还会谈天爱啊，你感恩本尊恩赐。那个天人，那103岁体会到103岁，那个都变成天人的，刚开始是偶像，对，达到一种程度变天人了、啊。光化身进来的和本体变化，这个偶像都是你本体变的了。对，你现在境界都本体变的。对，啊，进一步进到天人，就光变的那个不一样。对，哦，感恩本尊，我就本来就是想要先赞誉这个，后来就本尊就讲出来了。那刚才本尊提到的偶像的境界嘛，那我基本上我对人部的结婚生子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对天部的那人生比较，比我想要结婚生子的对了，没有，我现在还是单身。对对对、嗯哦哦，然后我对于天部的那种天女天子很有兴趣。可是你要和天人认识，他自然时间，你和偶像先是偶像，是本体是你的。感恩本尊，饮食啊，餐点啊，如来明辉啊，那个是绝对是在这在这种道德路途上内容上绝对一定要先有，是那个境界又不一样。感恩本尊，有的个性不喜欢吃啊，有的个性不喜欢如来明辉。听到这个会恶心呢、欸？我不会。有的、啊，有的、啊，我很有兴趣。嗯、有的人、是，不一定每个人喜欢饮食，是不是？像马一龙就不喜欢饮食，他随便随便一个面包，随便一个什么，他都可以吃。我要找到好餐厅吃，他不喜欢了、啊欸。真的，哎、欸啊，有的人、欸、不喜欢什么什么如来明辉美色什么，他不喜欢啊。欸、是。啊，马一种是色鬼，他是喜欢女色。啊，方刚才和我出国两个人，他说两个人在吵架。方刚才就这个，他不好色，他很不喜欢女人啊。嗯，一个人一个人嗜好不一样。对，啊，当然总是尊重每个人的嗜好啊。感恩本尊，那有机会可以请本尊帮我把偶像的阶段提升到天人天女吗？偶像就是任何偶像。任何人有境界的，是如来那个偶像，都是你本体变的。是啊，你本体看你的情形，它变化给你了，你还拒绝什么？对，没有拒绝。不是，我说你啦，是有的人他就对对对对对，你顺势，安哥的讲你顺势，是啊，你好不容易有这个境界啊，本体看你，哎、欸，晚上哎、欸、变一个哦，你哎、欸、忽然你不喜欢看到本体跟你就会喜欢，是那自然的现象，是而且大道的内容是。《礼记》《经》《金刚底经》都有写到，这生命的内容，因为它是生命，是。啊，饮食也是为了生命活力才有饮食啊，是。感恩本尊、哦、啊，天不饮食只是一种享受啊，饮食是基本的享受啊。嗯哼。饮食男女是、欸嗯，人生总过来饮食男女是就这样而已啊。是。嗯、欸。哦，啊，有男女、欸、正常啊。对啊，好像饮食吃一餐一样啊。是。啊，只是看你美好或恶心或恶劣，不看你的情形啊。是。啊，你本体变得绝对完美了、啊。是，感恩本尊。绝对超过你想象的完美了、啊。感恩本尊。啊、那你如来因为刚开始，你如果看什么影片啊，看什么文艺片什么，是。你全部可以转换变得
可以，你幻想什么都可以实现。可以，可以。不用提升。感恩本尊。所有的人那些影像都是你的偶像。是。哦，那本体会变成真的，你就在里面了。是。电影里面，你可以在里面散步，里面在里面和男主角用餐，和那个。是，有，偶像还会有触电的感觉。对。影星都长得比较帅嘛，像哦，你可以跟他用餐，跟他散步，跟他上哦都可以。感恩本尊。嗯。随心所欲就对了。好，而且活生生的，好，非常幸福了。谢谢感恩本尊、哦。所以说提升不用提升，你一直给他转换，是因为这个德哦，这个实相的你转世成智，要靠转一转换，从你宇宙意识啊，五官意识要转成宇宙意识啊，基本上转换物质，变换物质是哦啊，转换哎，在里面你可以变成你。活生生，你就是在那边，你看到你自己在那边，他那个猫生，你的偶像男主角在那里饮茶、是游戏、游泳，什么都可以，是幸福的人生，五常啊，是啊，为什么常尽我乐那个乐？为什么是叫有极乐世界那个乐？是都至高完美的乐，是、哦、至真至善至美的乐啊，这个是你追求的生命的终极目标，目标是没有什么排斥的，是。如果你这种个性怪癖、孤僻，哦啊啊，我、哦、不会了。你现在去合体就对了，本体是跟你都是对的啦。本体可以，为什么你反对？是，我不是我这个你不是指你啦，是我这骂不知道骂谁了。我都可以接受、哦、感恩本尊、哦，所以你现在不用提升，是从可以转换了，你就很完美，很幸福。好，感恩本尊，不知道体会到幸福了没有？是有，就刚刚本尊在讲偶像那时候，我就已经有偶像已经出来就来电了。偶像我画家拢来电，我画的是摩天的。不要记住哦，他们是变化无穷哦，是超过你想象哦，是里面没有法力，没有伦理，只是完美，是圆满，是不管偶像不用人的观念哦。痴情啊，在那里痴痴等啊，张伯郎啊，那些都不是了。是，他们有时候五个一起来，五个什么，他全部来，而且很完美，而且构造配备都很完美啊。感恩本尊，不会呕心的动作都不会啊，很唯美，真的是五个动作、啊、是，就像你嘴巴出五种水果，是荔枝有，柠檬有，凤梨有，还有酸啊有，还有那个芭乐有。一起摇，有五种味道你都感觉得到，有。这样你五个男人的话，五个偶像的话，你都知道哪一个是什么，自己都知道很清楚啊。感恩本尊，不可思议啊！是是，这样可以很幸福，我可以看得出来。感恩本尊，谢谢本尊，感恩本尊。这是生命的奥妙，为什么有这些人类不知道？是这个针对鳏寡孤独者、孤精、孤独者。关乎寡妇是没有伴的人，是矜持的人，是包括在上人家约你看电影，明明说要你说不要，那种都交不到男女朋友那一种，是多野了。是简单的说，没有伴侣，没有先生，没有丈夫，最适合这一种。是为什么人类没有发现到？我们开拓人类的一种生命的新道路。是，包括永恒的道路，感恩本尊，生命的道路，是生活的奇迹道路，是都可以说啊。是，感恩本尊，哦、你尽管享受，你去确实这些话都是真的。好，啊、好，感恩本尊。那我在赞誉之前，可以请本尊先喝个茶。感恩本尊，你怎么知道我口渴我不渴啊？我是认喉咙，我不是喝茶。感恩本尊，人家其实我喝茶不是在这里喝啊，是，我都是认喉咙，是认喉咙的，是。你先喝一杯，来喝。感恩本尊，有热的吗？有。我这杯，你先喝了。感恩本尊，我喝你的口水啊。感恩本尊，太开心了。天下食物你都吃得到了。感恩本尊，天下食物。感恩本尊，第一个要讲荔枝，我就已经真的先吃到了。五种原味，有十种也一样。是哦，都很口味。是，同样道理，你的意识觉流能够接受。分化无穷，是感官这种已经扩大，是扩大到本体宇宙意识了。是，所以你即使和五个男人，五十个男人，你都一目了然。是，刚刚都一目了然。是那种奥妙，你会觉得叹为观止啊。是，是超过人类想象啊。
感恩本尊、啊、多不能超过人的想象啊！是、嗯、是是是，感恩本尊、啊、不可能的更可能啊！对，不在不在这种单纯化、非常完美就对了是是是啊！我没有办法形容啊！是，如果你自证自悟了、啊。好，感恩本尊。嗯、那还要再跟本尊赞誉一下、哦，就是我因为家里的客厅有吊那个眉心放光的那个分身照。眉心放光掉在客厅，那我早晚都会跟分身顶礼，眉心放光的分身光照顶礼。那有一天我在是下跪顶礼的时候，我自己去把天冠光给观想出来，我自己用意念去把天冠光给观想出来。然后呢，那时候法身跟光它播出给我看的是天冠光在我头上就开始整个这样旋转起来，在我周围是用旋转的。所以我就看着天冠光在我周围这样旋转，旋转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非常的柔和，它就在我周围这样转，很轻柔的转，像羽毛一样这样转。那转的时候呢，天冠光越转的时候，它越两个球球越来越打开，它就打开，然后呢一直往天上去，最后两个球球变成跟天花板一样平行，平行的在转。我看到的景象是这样，法身播给我看的，整个就像天冠光就整个打开，像漩涡，变成像漩涡光在我头上了。然后那时候有一股能量，我自己非常清楚看感受到一股能量，就是要把我拉进那个漩涡光，就是有一股能量，漩涡光在转的时候要把我拉进去，可以感受到我有被拉拔的那种感受。然后下一个画面就是法身播出来给我看，看到的是我在虚空上面看到的是闭着眼睛的分身。最近这一集有出，就是真如般若这一集有出，就是士多林的虚空上面有那个金刚坚固宝珠，有像雨一样的金刚坚固宝珠的那一张光片。所以我被整个拉上去的时候，看到的是那张光片的分身，闭着眼睛在虚空上，然后看到很多宝珠。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镜像的体会，感恩本尊。像你通常哦，天光光这种是本体的本体，采取你的愿望而变的，是有时候是事变，是就像有些人他没有碰到他自己想要圆光，是可是不稳定，是圆光天光光这个要真的实体光体来照见照明，所以今天想可以恭请本尊帮我安住吗、哦哦？你现在这个你讲天光光，很多人刚想要天光光，想要圆光，哎，对，那是你本体。依你的信念能达到这种程度，那就想说境事变是境界很高哦，你的事变不是低估哦。是，我讲事变不是低估，像你讲到你的亲人回来讲，那个程度都很高哦。是，我是把它分开为光体跟你本体的变化了。是，是。现在天光光都往你一直往无量无边的天空看，有天光看越高，它的广度越大。有。看到有看到，就整个地球这样浮着，对对对，整个地球啊，对对，整个地球这样浮着、它一降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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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飞机的高度是，然后这个时候让你进入天光光，站在你头上，法身上去，感恩本尊，你的法身在天光光里面，有看到有，就加上你的法身在天光光里面，感恩本尊，然后大日在围着你的。大日感恩本尊，然后线头光，像我照片很多这样的，是是是是，浑身天光光，大日大日这种情形、啊，感恩本尊，这才叫做天光光，感恩本尊是哦，他、啊、想的那个有时候是事变，是、哦，那我照片那个天光光是真的，为什么长这样，太离谱啊？为什么我讲的就是真的？因为照片不是有天光光啊？对，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讲的事变，那个我都不懂啊，是，那、啊、自然就照出来就这样，那个是真的天光光，是，啊，你这个是。你刚才讲我思想嘛，你刚才说我观想嘛，对，所以那个是事变。是，那、啊、我照片那个为什么和你有什么不同？是，因为那个我当时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什么观想事变那些，我不懂那些理论啊。是，我知道那时候人家说那个是真的啊，但你看到我当时当然是根据这个观念而去观想，哎，是在你头顶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懂、
有了本体能是变成天光在你说这个也对，我是你也能进入天光光，只有没有跟你进一步去解说能怎么真正的安在天光光上。进入法界都是要天光光，你的法身在虚空上也一定要天光光，没有天光光你站不住，是处理不了，是那天光非常重点。刚本尊，好像你现在可以站在空中，像跟着坐上这样站在空中，对，你有我没有讲天光光上面，就你在仔细看，你现在可以看到天光光在高高的地方都可以照到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这个从地球都可以看得到，对，包括你小小一个人身，对，那这个一定你人在那里如走平地，要靠天光光啊，有，那功能人类没有办法去发现啊，刚本尊。就还在研究啊，人家探讨要研究啊，啊，等你研究出来，不要几百年后了、啊。是，嗯，对，谢谢感恩本尊。功能的意识光，这样属于意识光的系列。感恩本尊，佛教拜阿弥陀佛，那个是正确的。我是叫我讲的没错，拜无量光，拜阿弥陀佛。是，那阿弥陀佛是翻译过来的嘛？是拜无量光。感恩本尊。啊、拜到表示遇到了、啊，拜到你就能成佛啊。是。啊，你遇到光，你就能成道啊，一样道理。感恩本尊。啊，你拜没有遇到啊，佛教徒没有遇到，靠苦修啊。是。啊，你现在遇到了，感恩本尊。我到你家里了，立马去看当山斋。不会，太感动了，感恩本尊是。哦，你平常如来名为偶像，都是偶像，谁想哪一个都可以，而且都是他们制造主动。是。哦嗯，但你也可以配合和他主动，好，就是完美为止。好，偶像很成熟的时候是、嗯、会天人，刚本尊光会化身那个天人，是。如果男人的话会化身天女，是。啊，怎么化身是天人天女？景物会全部变仙境，是。会听到天乐，是。和在人间的不一样，不，刚本尊，你会觉得哇，那个幸福感哦，实在。一直没有办法停止了，是很幸福了，是，人家骂你都不知道了，嗯，真的也不想管了，对，感恩本尊，非常幸福就对了，是，感恩本尊，而且肉身真的很短暂，刹那间，再过几年，很多人就看不见了、啊，对，哦，对，听到就是哎呦，一些癌症哦，一些暗状，一些暗状，就听到就是这些啊，是，都是烦恼啊，是，对了，对，你也想烦恼都没几了，没烦恼了，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恩赐好。那最后你那边上这关了下，你拢把注意天波也，你那点你都考得大下啦。是，我相信。如烦恼了，如假蛋。我相信感恩本尊。手啊，你如甲蒙都袂大胆。是感恩本尊。甲关心，甲压水，甲压压，哎，甲压肥了，压甲本来我拢压甲死。嗯，对，感恩本尊。啊，你知咧，两年后去看，哎呦，有水果啊，小香嘛。对，没错。一顺嘴人哇。是。有迄句话。古人传下来就叫儿孙自有儿孙福，是，因为关心哦，弄好你的标准，你那边好你的标准，对不对？我对你对你针对你情形来讲，好，你无爱如来名归，你本身未爱如来，伊家己造来时，你都未使甲拒绝，是，本体要梳理的，是，如来名归，记住你如来现在如来名归都是本体式的，是，有几个转化成天波，更化来的，你看到那个天人哦，天女哦，哎呦，我天哪！耶、yeah, ！看人间在人那搞嘞，我讲。感恩本尊，感恩本尊，非常完美啊！是感恩本尊、我就要报人啊，就报到那全部。非常有兴趣。我非常有兴趣，感恩本尊。更改好，无找我去人通讲嘞，对，要报一挂赞的给你，啊，结果拢报报，还是报我家己来。嗯、感恩本尊、是。最后可以请本尊安住我法轮背光跟金刚座吗？金刚座、法轮背光跟金刚座，法轮背光那得安住你，不然得法轮背光啊。感恩本尊，谢谢本尊。你不然得法轮背光啊。是，感恩本尊。你还拄着天人天路的法轮背光未出现啊？是，被拄着魔神啊、鬼啊去爬山啊，还是旅游拄着你着妖怪，才会出现咯。法轮背光先出来，是，你等下记得要注意，记得看到可能日本时代有红，靶场。是，了解，了解。法轮背光关节，啊，你拄着天波好，像伊袂出来啦，啊，是，感恩本尊，啊，你卡比用向龙背光啊，好，感恩本尊，是，哎，免安住，本来就有啊，好，那可以请本尊赐我金刚座吗？金刚座，金刚座，你的金刚座应该是多几个？金刚座，多几个？金刚座你来看多几个？多几个？像莲花一样的莲花金刚座，莲花金刚座，感恩本尊，莲花一种啊，是，
你几十年？三十年啦。拢会使感恩本尊。我内底存够有三十年。感恩本尊。莲花座。有。你看三十年，你莲花座是有另外。还发光的有。莲花的座台，你看拢黄金的，足水的。有有有。金甲袂俗气。啊，有。金甲不是菜市仔的金嘛？就那个金，不是。是。紫檀金色。是。莲花看足高雅的。感恩本尊。然后解列法身。感恩本尊。法身阿爹佫有荧光。感恩本尊。就你的翕相，即个频率看嘛。有有有。应该。你真看我咧，是，哦、有希望去袂到啦。感恩本尊，你这个镜头啊，好，谢谢。啊，看到我家坏人用哦，刚才我看到，因也无看到啦。是，我感觉奇怪，这个这简单的，我都看有，你哪会看无啊？你在我想象中，大家人拢比我较厉害啊，我不会自大。啊，就我都看有，你哪会看无啊？啊，伊听众人比我较好啊。是，对不对？是感恩本尊，哦、感恩本尊恩赐。啊，你看无哦？看无就看无。啊，看我，我就到尾啊，种停顿，种无咧讲这個。啊，我较早就有眼光啊，三十几年前去的啊，大家拢个加眼光，加大家拢个现象，是四十七个相片我拢啊有。是，啊，就无人看我，无人看我停顿三十年，只嘛开始讲眼光，你讲。非常感恩，非常珍惜。所以这个镜头你记的。有有有。记在你脑海中。谢谢感恩本尊。莲花金刚座。感恩本尊。花莲金拢有记的。感恩本尊。眼光对。哦，这种世间境目境无，是那不更加有诶啦。感恩本尊，也给我听。感恩本尊大光体，谢谢感恩本尊。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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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是用瘦瘦，啊，啊，加减啊听，加减啊捌。我本尊，今天很法喜看到本尊。哦。自从有意识。你现在更改正常，境界正常了嘛？正常，他们有的。你家己心在咧梦想，唔知恁阮某人替你看。现在他们的境界我都有了。啊、现在都有了。感恩、感恩本尊，感恩本尊。你看无的是，阮某人一阵就看我。那我就很幸福、很快乐了。很满足啦，我基本上都有啊，对吧？很满足都有，都有。应该啊，这样这样入道的人，那个很满足，我很幸福，我很快乐，都会按你讲。对对对，有时候而且从心里发出来的。对对对，好像说什么都拥有了，什么都不用说的那种感觉。哦，都干嘛做？哦，下面都无欲的感觉啦。对对对，很丰富，很啊，不过很快乐。无更改人，天天讲也艰苦呢。希望大家都有。也艰苦，讲不足的呢。那人咧欢喜咧，迄个我看咧，看无我车班啊，哈。这样要感恩本尊呐。我主要顾迄艰苦的人诶。对对，大家一起拥有的，那就是大日每天都陪着我啦。哦。然后我想他就会出现，然后傍晚如果出去哈，大日就变成如来缘这样子。每天都可以看得到如来，大日变成如来啊，如来云哦，如来云，如来云，他都嘿都跟随着西风，一般天都把如来云。对对对，然后刚进大日中的时候，第一年哈，本尊的分身就在西空，年初二啊哈，他本尊的分身啊哈，就是年轻的戴金边眼镜哈，他叫我，我在大门口，然后分身就叫我抬头看他。然后分身就说新年快乐，那时候因为大概心情不好吧，那分身就来看我，我就很法喜，很高兴啊，感恩本尊。那因为我很想念我的父亲嘛哈，那有一分身在西空哈，下面有河流那张分身呐哈，我都把它想成是我的父亲嘛哈。然后我去新竹会场哈，那尊分身哈。就一只分身，就金色的脸，金色的眼镜，然后脸嘴巴都是金色的哈，就分身千百亿一直跑出。你看，分身拢戴足水的目镜。叫做金色的眼镜，然后一直跳出来分身千百亿给我看。只要我一去看那个分身的照片哈，分身就会展现给我看呐。我觉得是，可能我太想念父亲了，然后心就是本尊就像父亲一样哈。就会展现给我看这样子，很感恩本尊哈、哦。那我只是想说，我很喜欢本尊那些字珠啦哈，
希望本尊能够本尊那七颗智珠啊，七颗智珠，彩色的七颗珠啊，哈、哦，我很喜欢呐、啊，哦，哎，想到都不敢想，从今，哎，偶尔会看到，偶尔，看到而已啊，哎，看到出现，我希望有七颗珠小，哎，我很喜欢七珠七彩珠这样子。七彩珠啊，嘿嘿嘿，很心里很羡慕。本尊不用羡慕，慈像妙慈像像我龙舞。啊，我是说，请本尊赐我七珠这样。今嘛有啊？有啊哈。不是，你看有无？不是我讲的。有。七颗珠。有。把你的化身印出来，增加。有七颗珠。有。因为你的肉体，你看你有七颗珠。有，感恩本尊，感恩本尊，七颗珠了哈，有，谢谢，非常感恩本尊。七颗珠怎么来演变分身千百亿？对，我很想。哦，啊，先给你七颗珠了。好，啊，你要吃饱营养哦，吃饱营养，甲分看嘛。嗯，好，感恩本尊，谢谢本尊，好。哦，感恩本尊，我是会员詹凯宁。去年三月有一个就很荣幸可以见到本尊开示，然后带动入法界。你入法界，嘿，哦，所以你自见其身没问题啊，对了哈。嗯，然后那实相的内容享用的蛮多的，我挑选和法身互动比较特别的来赞誉。那去年的时候我赞誉啊，我自己去从那个转弯的河流当中入法界嘛。然后顺着水流的转弯，然后天空变亮，河变宽广，脚泡在水中，然后周围有鲤鱼在围绕，那好像那个鲤鱼要亲我的脚，那我很怕痒啊，就踢起水来，结果这个内心就涌出幸福感来，然后这个幸福感真的很强烈，那不是人部有过的，而且齁、哦、还维持了一个星期。因为这个住法界啊，是不是住法界是人间没有的幸福啦、啊。对。连你在闻你的脚你都幸福啦、啊。真的，这真的真的不夸张，就是会觉得自己是。啊、我听得很相信啊。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遗憾你玩你会觉得乐在其中啊。闻你的脚闻你的任何地方你都很幸福啊。感恩本尊。你的内容可以知道你现在可以把这个这一间变成游泳池，嗯，上面是水上的，你现在在游泳池下，嗯，有浮力没有？有，飘起来了。嗯，有，哦、你在水底下。哦，好，上面是游泳池呢。嗯，这四四方方是游泳池，变成全部都是水呢。嗯，可以这样吗？可以。那可以这样啊、哦。嗯。哦，这样滑入法界了，入法界了。你这样叫实相生活化。你现在这种程度可以的，嗯，我听你站立到这样就可以了。嗯、哦，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常常头痛啊、头晕，然后从小到结婚后，家庭都不圆满，然后我不安全感，照顾家庭都不圆满，就是父母离异呀，然后先生，你刚才不是都不圆满吗？对，我家里都不、哦、家庭都不圆满、嗯，家庭不圆满、啊，对，那我不安全感很严重，然后其实。哦得过躁郁症，然后有忧郁症。哦，嗯，那我在去玄光通那边学到，我很全心全意参与许多的志工活动，然后积极做功德消业障。好，那这边有学习到本体观，然后展现有许多人部上的奇迹。但是我观察了那个奇迹带给我的喜悦是很短暂，然后没有办法改变我的不安。我是观察到本尊您的法门这么多，你自己都没有使用。那您给我很大的启发，本尊非常的顺势。我没在使用，我都以主动出庭，我在使用，我平常没在使用。对，就是我观察到本尊非常的顺势。我不是说，我天使来说，我没在吃天使。有时候我邀他自己会出来，我才有吃。我不是说，因为我人做到，我自己做。比如要吃东西，哦，我两天继续吃饭。不会假扮演出天使，我也可以，我不会主动啊。你们可以主动，你们要和我颠倒。嗯，我不用主动，因为我在干嘛？我人啊低的，我人做会到，尽量人去做啊。因为后边这拢有啊，我拢无问题，这我一样用啊。等于就像美国有石油，他自己不开采，他、啊、去买别人的石油一样啊。
去年呢、啊，本尊有开示哈，我才领悟到是因为我法身出离，有带动，然后我顺势哦演那个自见其身后，好，然后就开始否极泰来，然后健康就是渐渐的好转。这否极泰来就对了。嗯，人生哦，不是讲你艰苦，身体有的人身体拢是咧食药种拢有艰苦，啊，有的是种种艰苦。有的是心的艰苦，啊，你也是肉体的艰苦，啊，你把我自证其身，拢会当解决。只要求你自证其身，你的自每个人的自证其身都有其功能，记住。嗯、好，我从电影里面有摄受到一位英国的偶像，那我就是观想他坐在我的左手边，然后他的灰蓝色的眼睛很迷人啊，我一看他我就转头害羞了起来，然后有来电。哦，嘿，我现在开始要讲如来灵灰啊，对啦，对啦，那我刚洗完，我刚洗完头，他就脸就一直凑过来闻闻我那个法香。那我介绍，我跟他介绍这个是檀香。你讲英国的偶像坐在你边啊？坐在我边啊，我不来电。他们有檀香哦，一直凑过来闻这样子。哦，嘿，一些偶像呢？嘿、啊，你实体化，你给你闻你的头发，对对，好香哦。嘿，我那个在不是狐臭。我那个时候，那个我的意识，人部的意识好像只有剩下三分哦。我那天忘记带围巾去上班，然后到公车站的时候，等车的时候，然后吹来一阵风，很冷，他马上整只手臂哦，对我就是对我的脖子围过来，很温暖。然后我还看见他那个。手臂上面有那个手毛，很有趣。你是在讲英国的偶像？哎、欸，对对。我来跟讲本尊来的。没了。因为本尊有手毛，我是听讲本尊有英国。他的手就是。哦、英国那外国人有手毛啊。对对对，因为他的手围住我的脖子嘛，我就看到他的手。那、哦啊、你做实体化呢？哎、欸，那、啊、你更改做好呢？哎、欸哦。那因为本尊有多很多次推荐大力士啊，好，然后。本身在讲大力士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巨石强森啊，然后他就跑出来，然后秀那个手臂的肌肉给我看，然后我心里就想，哦，这个够强壮大力，我直接就往他腿上一跨坐，就是硬流就来了。哦，真的如来明威啊，对对，肉身呢，啊，能石像跨在他身上，和真的人一样呢。对，这样境界很高，这样不是法身，依法身，依是那个依法身变的，不对。嗯，啊，以后你坐都是非常美好的感觉啊，哈、嗯。嗯。啊，你讲他对我坐伫那个大力士的脚头，大力士是不是这个？嘿，跟我清楚。嗯，有你啊，之前我清楚大力士的清楚、嗯。大力士今日面头前，甲你当的，有那种清楚，那个握的感觉，嗯、清楚哦。嗯。哦。嗯、啊，有就好啦哈、嗯。好，感恩本尊。赞意的啦哈。嗯。本尊好，感恩本尊。我是西京云，恭请本尊吹气放光。我入光十年了，不曾被本尊放光吹气过。也请本尊早安圆光，安我父母亲圆光。你两个手在白安是受伤着？会痛，会酸痛。受伤哦。酸痛。我、欸欸哦、酸痛呢、啊，酸痛哦、喔。发炎，我规个手拢发炎哦、喔，规个手拢发炎哦、喔。啊，你今仔是要求眼光哦、喔？哎、欸，啊，你有自证其身无啦？有。啊，你走路哪徛伫遐，怎个食酒醉啊？恁挂无房啊？恁啊？我很紧张。但徛袂住。很紧张，皮皮错。啊？很紧张，会。我紧张哦。啊，你啊，有我会烦恼嘞。嗯，你话。你无直接在忽然间叫袂起，等下电视就搁出来啊！所以你甲阳光较简单。我即阵无啊，叫你治一个啦，治一个你就有吹气，我先来吹气好啦，吹气啦哈！你爱动鼻孔，鼻孔茫袂使调人退哦，将你所有的来甲我动啊！嗯，动真咧动着，等下足大粒种体落哦，袂危险。哦，但是你内底咧结果啊，来，搁一遍啊。
哦，有入去啊，吼，有入去，啊无坐，有入去就好啦。啊，自证经徛伫遮嘞，你个自证经徛伫遮敢有变？哦，有。哦，有，哎、欸，有一个穿这套衣服。啊，你蛮紧张啦，这很紧张，无个自证经徛伫遮。嗯，有。即马走去坐到你个椅下边，你看有无？啊，有。哎，有啊，俺这个有啊，有俺地当加荧光，确定有哦。吹气就吹起来，准备好。哦，按着吹下哦，哦，你这是，我这吹的不是对你肉体，对你的灵魂，啊，自信其实是灵魂跟法性印出来，吹的是针对法性，对这灵魂，我你会当实相就好，不是针对你肉体，肉体那只大变那一个，啊，你肉体都灵魂跟法性控制掉的呀，对法性的啊，那个意思听无？你把自信其实等于你的身躯内底，对无？你看你家己头壳后壁就有眼光啊，看会到。哦，有啊，有啊，吼。哦，好，好，安解了，解了。哦，安静，较袂紧张啊，吼。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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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嗯。来来来，来来。感恩本尊，本尊我是新竹志刚，我是李英奇，今天是特别来感谢本尊。然后我爸爸说啊，哈，他的命是宋希力本尊救的，叫我一定要来感谢他，所以今天代替我的父亲感恩本尊。哦，那个去年啊，我爸他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在台东的时候就不能走，不能走路，对，以为是那个长骨刺，后来就带他到林口长庚，结果一检查才知道啊，原来是射护腺癌，然后还扩散了。哦，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大家都很惊讶，然后我就很伤心，然后跟我爸讲啊，我爸也一直在讲说啊，他不能救的话就怎样，我们都在想那种以后的事情。结果后来很神奇的，那我爸一个月而已，手术完以后就进步得很神速，然后还可以站起来走，还可以拿隔壁的助行器帮忙在这边练习走路，然后我就觉得啊、哦、好惊讶，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啊，吼，他在昏迷的时候，我都有一直在请那个我们的显像仪，我有拿去那个医院，然后一直跟他推出，然后请他的法身起来。我爸说啊、哦，难怪我都看到我飘在上面。然后整个房间都是亮亮的，都是金黄色的光，然后他就很相信，我就说啊，那本尊救你了。结果真的就一个月以后，他就恢复得非常好。后来就回到台东以后，他还可以照顾我的妈妈。然后现在他的癌症指数已经降到 0.02， 比正常人还正常。然后现在他就很相信，就每天都在看那个本尊道，每天都看本尊道。然后还有一次是我比较惊讶的是，我爸他恢复比较好的时候，在我家那边静养，然后呢他还可以坐在椅子上看了就是大概住了十几天，看了六本书，还看了我很难懂的书，他看了本尊您介绍的那个量子力学，他才国小毕业，他居然看那个那么深的书，我都看不懂，我觉得他换了灵魂一样。然后现在就是非常感恩本尊，我爸妈就很相信，然后一直跟我讲说他的命是本尊救的，叫一定要来跟本尊说谢谢。哎呀，还有就射物腺癌哦，嗯，还扩散到整个肩膀都癌细胞了。分身比医生还厉害。哇、哦，你爸爸电脑好了哦。好去啊，0.02，我讲你比正常人更加正常啊。哦，现在这世间就是生病、生老病死。哎，真的很幸运。喝奥吉的破冰，觉得哦，相当完。在阿龙公啊，不破冰啊，忧郁症。好、哦、对啊。哦、还可以、啊，我的祖先可以安元光吗？啊、祖先安元光。祖先，你祖先贵的，你知道哦，往生呢。不，你想要召见的人啊，嗯，啊，想着讲我今日就要来召见这個，嗯，要照你想要照的往生者啦、嗯，啊，好，一样在这里哦，嗯，出现了，有外公外婆，都很清楚哦，嗯，不、嗯、用不用像暮年舅母啊，暮年舅母要看到在恶鬼道，不用在恶鬼道也把你找出来，嗯，
这孤魂野鬼呢，往生的弄一种孤魂野鬼啦。嗯，瞬间半秒之内把你美容起来，让你看得很清楚，顺便把你加荧光。嗯，都有荧光了，有没有？外公、外婆还有阿嬷都有荧光了。对，名字你都知道吗？啊，名字、啊、知道啊，知道，知道、哦、名字都立体的。嗯，对吗？对。好、哦、，OK， 把它加荧光，都有荧光了。有。然后现肉光把它送上去，大日。有看到大日吗？啊、看到了。天天大日，进入大日就进入法界了。嗯，是，那、啊、你就安心了。本尊在跟你请教，我自己在观想的时候，就会跑出那个珠宝盒，里面就会有那个什么珠宝盒，宝盒，然后那个宝盒里面就有宝盒有一种是圆圆的，聚宝盒是圆圆的，上面一个转的，有没有？它的宝盒是四方形的，有盖子的，哦、四方形的那个那个，嗯，有盖子的，然后有珍珠，有黄金，有那个金条，哦、嗯。对，都会看到，这 就是想一下就，哎，怎么在我家客厅？我都不懂，但这个会，这个是属于四那个四遍自己想的吗？你是想到还是没有想到？就是想到的时候它就跑出来，但是它里面的内容会自己跑出这么多，是没有想到。我想到就是你的四遍，我、嗯哦、想到是自己四遍，嗯，四遍哦。比如说你这种程度能跑出金银珠宝往里面嘛？嗯，一样。通常你家你手上没有什么啊，可是握起来就有一个金币了，有没有？是不是金币？嗯。哪一国的？美国。美国、哦。金币。嗯。哦、金币呢？金币啦。嗯。英国。金币的话，嗯。一个程度也当然，那跨珠宝的金币。嗯。看到美钞哎。哦，美钞现在变美钞了哦，它自动变的。啊、因为我没有讲，他这句话变美钞了、嗯，变新台币一千块，啊，一万十万块好了，十万块一堆，哦，有，你要看它真的一样，嗯，真的一样嘛，嗯，一千块新台币一样，这样堆堆到天，堆、哦、堆到天花板，哦、有没有？哦、没有、哦，嗯，没有，有，对对对对，到那边堆到那边，有没有？哦，好好、哦，新台币啊，相差几亿的，哦，可以，嗯。你寄出来，打完倒出来，比较面对你，看得到吗？嗯。嗯然后那个袋子打开，指指翻开了。有。他自己都会挥，你看没有？集合起来跑到你手上了。他、啊、买什么买什么，你用变的就可以。嗯。天使他发出来的用途，你可以变。我买衣服，嗯、你看变一件很漂亮你喜欢的衣服，哦，天衣啊，你看。嗯。天衣没有缝啊。没有那个缝，嗯，很轻，好像洗药，哎、嗯，挥过去搭在你身上，嗯，粉红色，很舒服啊、哦，嗯，是，就穿着就这样，好像真的一样啊，是，嗯，境界很好啊，沙沙的，谢谢本尊，谢谢，好，谢谢马家，谢谢马家，感谢你，感谢你，好嘞，来来，哦，赵大伟，哦，来，感恩本尊。有一次我要去工作，然后呢我去参加旅展，就是要去卖那个旅游的行程，那我呢就坐捷运，在捷运上面看到我自己的分身，哦，好几个分身就在上面，日渐极深的，对啊，对，很就是很多个。那你现在如果我演你能看到吗？你现在的服装
浑身都在后面，不在你前面。可以啊，我那里现在可以。啊、是，我现在可以。是，你现在虚空都是你的浑身。是，有。你家客厅，你有五个浑身坐在那里喝酒。有。喝酒。喝酒有。嗯，没有。喝米酒头啊，米酒。妈妈给你看米酒。有有。我、哦、那里境界也不错。是，然后、嗯、再来，我就是去，就是七月七号。我有去那个台北民权西路那个大日宗的到那个开幕，然后那时候的相片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天轮光，那天轮光有两张，有一张是类似像八卦的。哦，你看到天轮光？对对，八卦的。然后有一张是那个眼睛，类似像眼睛，那但是那个看到浑身啊，就能看到很多的。是。有时候能产生到用的时候，是用到诶、欸，你对你生活、对你人生有所裨益，至少你有浑身在生命上已经获得重大的突破了，是开拓出生命的道路了，是啊，你能把它转到生活上，又要看你的浑身怎么帮助你，是有用敏感度、有视和静观，就可以享有人生的幸福了，是非常幸福，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了，是你能看到这么多浑身，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感恩。是是，然后就是有一次我自己在，就是我在运动，我自处的时候，我习惯性的从上面的分身全部看我，然后你看得到，当然看得到你的，看得到，同时的自视觉、哦，同时的全部我的四周，哦、然后看到我整个从底下从上面通通可以，哦，全部能直接看到你，对，通通可以看到我，那你的视觉可以分很多个就对了，是，哦哦，然后我就。就是呢，突然之间就有一次，突然之间从我的分身上面下来很多光，然后当下呢，我因为我对天轮光有印象，所以我就立刻转动天轮光，然后在转动的时候呢，整个天轮光呢，它是变成透明的，然后我看到我自己分身在中间，然后我的后面有漩涡光，你在看你的前，你在看你的分身，是。全部哦，是，全部变成我的分身，可以吗？可以。那我分身变得了，好，自受用身，他受用身，是，你是他受用身，感恩本尊，不是你的分身，也是你的分身，是，是我的分身，感恩本尊，鼓励你进道，这样懂吗？感恩，感恩。你看到后面的，刚才你看到都是你的分身，全部变我的分身，有可以。他用身是，我是自受用身，感恩本，鼓励你，哎、欸，你有分身了，是，哦，也可以啊。好，然后、哦、现在回归，好，不是我分身，全部是你的分身了，感恩有，哦、全部变我的分身，是你的了，是，感恩。他受用变成自受用，感恩本尊。哦、OK， 好，嗯、你有很多这种广大的境界，啊、是，哦，鼓励自己往上面提升了 啊，感恩本尊，自己能分身了，好，这样叫自己也能分身了，是。好，感恩本尊，谢谢。来，感恩本尊分身。刚刚本尊一进来，我的眼泪一直在流，我就觉得哦，我的本体就给我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哦，那我就看到本尊真的很感动。应该跟本尊第二次赞遇过了、哦，之前在小厂的时候有。哦，那其实我是在108年就进入了大日宗的协会，今年进入第六年，今年113，已经进入第六年了。哦，那我是我基本上不知道民国归零了。那真的很谢谢佳琪，是佳琪同道带我进来的，季佳琪这样的。那我跟本尊赞誉几点，就是我会有一些偶发性的天眼，就是会看到法界宫。然后呢，看到整个家里的天花板都是亮的，没有开灯的情况之下，整个天花板都是亮的，气势通明啊！对，我们没有开灯，忽然间亮了，对，是，像我晚上平常都这样，我不开灯的、啊，而且我要看起来都马上前面都摆得亮亮的、啊，我记得你可能也会体会到。我很懒得整理房间啊，因为我只有一个人住，结果里面都通常不会那么干净啊。我里面好像皇宫嘞、欸，我说我住皇宫，没有人相信的。我可以相信，我可以相信。乱丢东西，我的地方不要人家进去我家，只有马一龙知道。
不要买然后经过我住的地方。我平常看就我好像皇宫那样很清楚啊。嗯。好像皇宫很干净哦。啊，别人看感受的。对对。我知道这样。啊，晚上不开灯，我如果去洗手间或去外面都很干。我在外面散步就是晚上哦，整个社区都是光亮的，好像华界非常光亮，嗯，很清楚哎，嗯，人家是晚上，我是白天的，给他们听啊，我自己是这样啊，只有我自己相信啊，那你相信我可以这样，我射手对，哦，那你这样这种程度可以虚实说明，你也可以白天变晚上啊，现在还不太。现在还不太行，就是他那种偶发现的天眼，并不是说我想看就有，而是他突然之间视线出来。你是黑暗晚上在家里啊，忽然间亮，还是无意中啊，每次都亮吗？是我还没有睡觉入睡之，就是说在半梦半醒的一个情况之下，并没有怎么睡觉。像我是自动，它自动亮的，不是我想的。嗯，那你要经过想，要另外一层次。哦，是。那亮起来哦，那个要另外一层次。看黑暗不开灯，亮哦啊，另一个层次啊，我是起来就自动给我亮，哦，那也叫好啊你，啊，不过电池嘛是几啊万，因为本尊是用天的电比较贵，好，然后呢，我还有看过漩涡光，就在圆边的地方，哦，然后它会这样子一直转，一直转这样子。想到的还是无意中出现的。无意中出现。哦，我现在这些镜像其实都是无意中，哦，无意中的。对，然后是用肉眼看到的。哦，肉眼。对，是用肉眼看到的，就是这个状态。就是透过你的平常的眼睛的角度看。是是是 是，啊，事实上不是肉眼看的。哦，看这些不是肉眼看的，但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是好像肉眼看的。嗯，通常人会看不到，就以为是自己肉眼看的，这样就有时候就会程度就会差很多了。嗯，那原则上，哦，你现在看到漩涡光没有？有看到了，在旋转哈，有银色的，好漂亮。你现在闭着眼睛，一样看得到。有看到。那你闭眼睛这样算什么肉眼看的呢？嗯，这样证明不是肉眼看的，等等啊？为什么我说习惯坐在漩涡光在你后面？刚才我说那个分身的在你后面，就证明说不是肉眼呐，啊。如果肉眼看的太有限了，肉眼不能看过这个墙壁啊，是，不能看到你家门口啊，不能看到我们常住的喜马拉雅山啊。你用肉眼看不是肉眼，因为这个一切境界都是我们的法性跟灵魂看的。不是肉眼，和肉身没有关系，肉眼是五官意识的。是。所以现在漩涡光在后面。有。你闭着眼睛，在后面你不用看眼睛，不是张开眼睛看啊。在前面你闭眼睛看啊，都可以看得到。啊，证明说这个境界都不是用肉眼看的。那懂哦。感恩。还有吗？然后我今天就是希望跟本尊呢，就是希望可以帮我安住圆光，之前有安过圆光，但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安住。然后还有没有安过一次就可以有就有，嗯哦。然后还有希望就是有个那个五色珠，你要五色珠，哦，五色珠就可以。圆光你现在有，你再看有啦，嗯，有，感恩。那你要看不是我说有，是你说有，不是我说有。你现在看有啊，本来安置是自己没有去重视，没有去注意，他以为就哎好像不稳定，好像有安过一次就可以。好，圆光只要能住，就永远不会退。是，圆光是光体跟你相应的啊，你法性的，啊，你五官意识这样不重视它，这样无意中不知不觉的，觉感觉就好像没有啊，不稳定啊。事实上有啊，你刚才起来我就看得到啊。我在想怎么还安住圆光啊？那我要跟本尊赞誉，就是我6月24号那一天第一次体会到如来明妃。哦，那个，第一次体会到明如来明妃。对。就是那个触感非常非常真实，就像本尊讲的说，比真的还要真。我那已经进入实体化。哇，我就觉得哇，真的好震撼哦。震撼哦。对，嗯，因为从那一次以后，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整个180度的转变。都很清楚，而且如来宾我就觉得好特别。都很清楚。真的好。比真的还真。我觉得好赞叹光的广大。所以你幻想怎么样都可以如来宾威。是。所以你幻想哦。感恩。你如来宾会有一种是你没有想到如来宾会他自己出现，嗯，是你是这样还是想到才出现？
他是自己突然来的，自己出来就天父要你出来灵魂，你的本体了，要你出来灵魂。谢谢谢谢，要你学这个。那、啊、如果肉身比较保守的人，哎呦，这就会觉得奇怪。那、啊、你本体出生要你体会了，你体会到你就觉得不可思议。真的真的，真的还真。真的哈、哦，怦然心动。有的人幻想要出来灵魂都想不出来。嗯，变化无穷，不是呆板的，它充满了灵活、生命、活药，把你的生命都振奋振行了。真的，真的，非常广大。谢谢，谢谢，谢谢，感恩本尊。那一样，你嘴巴现在吃五种水果：芒果、荔枝、苹果、凤梨。五味杂陈，好多。五味齐全吗？我说五味杂陈，超多，都有超多口感在里头。可是你都能分辨哪一种哪一种五种味道，可以哦。嗯嗯哦，可以就很好，可以就可以进展到多元性的如来灵威。感恩感恩，你自己体味。好，谢谢，感恩本尊，祝福你了哈。感恩感恩感恩本尊，感恩谢谢。Okay, okay. 我来进来进来进来，你学站立一下。嗯，好来来来。哦，啊，得得，别跪，别跪，嗯，哦哦，小妹妹要站立什么？一小妹妹啊，要站立什么？感恩本尊大光明，放光照见。我是93级张伟玉，之前有跟大光明站立说，我的女儿那时候一岁多，现在长大了，快九岁了。然后她谢谢本尊送我一个那么好的女儿。我都知道本尊送给你那么好的女儿、啊、对嘿、哦、我知道我知道、啊、不是我送的啊，这不是感恩大光体、哦、我知道，真的我知道大光体送我一个这么好的女儿，以后她很乖嘛、哦、对，她很乖、哦、而且很懂事，很成、哦、很成熟，很我谢谢你、哦、感恩你让我有一个这么好棒好棒的女儿哦、oh. ，对啊，然后我要跟本尊大光体，因为女儿比较紧张，她平常都有赞誉给我听，我带她赞誉之后，请本尊大光体提升，她就是在功课上也都有分身教她功课，然后就是在教她功课，嘿，她的法身还有本尊的分身都会常常出现，然后就是。Oh.啊，考试了，考试考得好不好？哎、欸，英文，英文，他的那个就是法身会出现，会教他考100分。哦，都100分哦。对。那法身分身教你，结果考零分哦。对啊，然后就是在就那个去年的时候，他可以眉心放光。哦。对，然后也可以白天变晚上，就是、哦、他可以白天变晚上。对，也有。嗯，对，在有一场就是，诶，搭高铁要去分会参加战役会去台北的时候，然后他突然他的，诶，就是白天变晚上，然后他就是又晚上的时候要变亮的时候，就是眉心放光下去照这样子，哦、然后他也有看到庄总顾问是眉心那个放光是红色的。也有看到本尊大光体开示的时候也是眉心放光很多次、嗯、然后就是在有一次去园林分会参加赞誉会的时候，因为今年8月3号昆普主任带领同道去赞誉会来见本尊，回去他们赞誉的时候，王志忠那个消防队同道大哥他要赞誉之前，因为我们没有去现场见本尊嘛，但是妹妹张光之女那个同道他就有摄受到他那个要赞誉的那个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啊，他就现场就一直很冷很冷、嗯、啊，也有看到天空开了啊，他不知道是鸽子不会讲，因为他还小，他说妈妈那个园林分会天空开了，有好多麻雀飞下来、嗯、对，我说那个是鸽子不是，嘿对嘿啊，然后他也有在嘉义分会看到那个龙两只，对啊，然后本尊今天要过来的时候，要进场之前，他在天空就是有看到九龙盘旋，还有那个八卦，对、哦、啊，还有七颗珠，我有平时都有给他带动，他也都有看到。然后嘿，大光体，谢谢你哦，谢谢你啊，你哎，感恩大光体、嗯、
哦，它这种境界能白天变晚上，就已经可以浓缩所有的境界都可以。你说能？那这样白天变晚上，这个灯它可以熄灭吗？现在暗漆漆的有没有？有。哦，现在暗漆漆的，现在好像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呢。有。那个程度这样就很好，那小孩子不会说谎。嗯。要有，嗯嗯。我很好很好，跟你非常好，这样很好。嗯。有一次要亮起来了，所以白天变晚上，这个灯就可以熄灭。嗯。有一次要睡觉的时候，灯那个关掉的时候，我就看到77个蓝珠。他现在看到什么，所有的内容他都可以的。对，都可以。你只要白天变晚上，光可以熄灭。什么境界，只要你听得到，都是有了。感恩大光明，然后就是替女儿张冠之赞誉嘛，哈，就是那个雷家那个神仙家庭，雷俊明那个同道、嗯、神仙家庭，对，嘿，就对啊，本尊有送有赐那个雷小弟那个。嗯，法轮悲观跟下轮悲观，但是刚刚、就是、这个他都会有啊。对，他有射受到雷，他这种程度都可以射受到、啊、他有射受到、嗯、刚刚有射受到、嗯、对，很清楚啊，然后就那个天那个外面有看到九龙盘旋这样子、哦、这个凡是境界他都可以射受到、啊、对，境界现在对他来讲都没问题，现在身体够好，读书读好，对，身体照顾好啊，小孩子注意哦，种种啊、考试做功课啊，人部注意人部，天部准备好了，你天部已经有了，你的本体帮你摄受了，所以他现在还有，对，还有天光光圆那个漩涡光，还有大日都有摄受，对，对，他都能看到啊，对，欸、他这种境界已经我了解了哦，都可以摄受到很多很多了、啊啊、大光体，恭请大光体可以帮他全部安住吗？而且本体自己显化的都可以自己安住了，就、哦、不必安住。那本体显化的、哦好，他小孩子天真哦无邪，他自然显化的，听到什么都会有啦。感恩大观体。现在照顾的是身体了，不是境界了，照顾他的身体长大不变坏，这样最好啊。现在给他，我眼睛会出闪电，这样两个眼睛闪电过去，换两个闪电。感恩大观体。闪电啊！雷雨闪电那个你看到吗？我眼睛可以瞳孔放光，闪电，你看得到吗？闪电哦，这个没有声音。再来，我放闪电有声音，哇，整个打闪电这样，开始，有没有听到声音？有，闪电的声音进入你两个眼睛里面，啊，希望你聪明，练到两个博士。好，钢铁，钢大钢铁。哦，月相啊，感恩本尊，哎哎，请起来，请起来。我是叶淑梅，我是彭思琪他们舅妈啦。以前我滨江街我也有去过。哦，啊，你彭思琪的舅妈。嘿嘿，阿金啦。阿金啊，嘿啦。啊，我在家里都有听本尊的 DVD 啊，就你每次在跟同道那那个什么。在同道那个讲的时候，我都有跟上。那你现在有没有自证提升？哦，我他们两个带动我，我有，我有。我有了、哦嘿嘿嘿欸。他们两个都可以带动，他们两个境界也非常好。对啊，他们两个带动我就有出有了、嗯、啊！今天很光鲜的这么接近，这么近的接触本尊，很感恩，很感恩。嗯、那我想请本尊帮我安圆光。哎，暗莲光，哎，那你有自证提升嘛？哈，当然有。我有出来，在我刚才你在动，刚才先把你的自证提升请出来。有在哪里？他站在哪里？在这边。哦，就站在你这边嘛，哈。哎哎哎，你看他有圆光了。有。你看自证提升有圆光。有。不必等他进去，你自己也看到自己有圆光了。有。有两个都有圆，自证界你也圆光，哦，有，嘿，马上有，所以带动得很好，好，回到你身体里面了，嘿，回到你都感觉回来了，吼，背向你进来了，有，嘿，这样你有圆光了，有吗？彭志奇在跟我们，就是说上次大道至极那一集见本尊的时候，我的就讲话会很喘气，很不足嘛，然后
本尊就跟我带动跟分身的意识流相连接。然后我就记得那一次本尊有一句话我就一直记得很清楚，就是说要活在意识流，要活在意识流。那么回去以后呢，我就常常那个我的分身就会出现。我记得那回去的大概几天以后，有一次我就看到我的分身穿那个跆拳道的那个衣服，哦，很壮，然后就在那边踢脚就挥拳这样子。然后那个我是躺在床上，那个脚一踢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的脚好像跟着会要踢出去那种感觉，哎，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体会到说活在意识流的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注意力放在分身，以分身来过活这样子。用你的分身过活、啊、对对对，用我分身过活这样子。你的分身过活、啊、意识流传递给你肉身啊，对对对对，他完全两个人一样啊，是是，另外一个彭世菊，另外一个是你，是。那我们天生是这样，而且、啊、活的那个就是另外一个你才真正的，对对对，学到最终的目的啊。哎，你能走路了，你能那个都可以啊，是 是, 是, 是。而且你肉身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到，就因为透过这个意识流，对对，因为意识流是宇宙意识跟系统中五官意识连在一起的，是是。我们肉身有一天100岁死后，就全部回归到宇宙意识，是是，就完全是你啊。对, 对, 对、哦、啊，再生之人能享有这个意识流，就想着，哎，我有脚，我也可以去往虚空，我也可以跑来跑去，都可以耶。是，意识流这个重点在这里啊。对对对对对。嗯，你试试这一点啊。对对对，人生的意义把它转换。是。我们这个肉身就要把它转换成这样。嗯嗯。可以活跃于人间，活跃于天上。是是。提升了很多，意识流就决定你已经有意识流了。是是。你能进入法界了。嗯嗯。好，我就大概讲这样，可以这样吗？对对对，就大概讲这个。你现在你分身起来，你分身在这里走路，有。那你好像你自己在走路了。对对对。你两个意识哎，走路走路。嗯，就是现在我们在体会的这阶段。对对。我两个，一个在虚空，一个在地面，那两个层次哎，你走到哪里，这里都知道。是是。走在虚空哎。经过什么山什么环境的山庄都知道。对对对。嗯，啊，你现在走路，我在走路，你分身起来走路，你好像你自己在走路啊。有。好像你真的人已经在走路了。对 对, 对, 对、哦。所以你现在可以这样。是。让你人生才知道体会到什么叫做那个。有有。哦，你在走路了，二长得很好看，很帅。对对。然后前面一个小姐很漂亮，你看到走过来了。有有。很漂亮哎、啊，那个你的偶像呢？嗯，有，有。他叫你说世奇，你要去哪里呀、啊？有没有？有有、嗯。我陪你走好了，你看你们两个散步了，有有 有, 有，牵着手。对。我、哦、走到远远的路、嗯，无尽的路，那是幸福的路，走到永恒的路，就这样走。有有、嗯。有。确定有吧？哦，确定有。你这个可以应用是意识流的功能。嗯。而且他呢，他也牵着手走的时候，你这里完全一样，一样，对 对, 对，多一个你，我你体会你这个程度很好啊，嗯，可以这样，好，嗯，然后小姐要不要叫他回来，一起回来哦，好，嗯、我都看得很清楚啊，嗯，有，嗯、然后前面法界开了，你看小姐走进法界里面，哇，啊、哦，七宝啦，是，山河大地啦，河流啊，哦，很漂亮，有，里面找一个天然的石头，好像为你们两个而做的。坐石头、哦，那个人坐在那里，有，我、哦、开始聊天，要聊什么都可以的、啊，变什么东西来吃，在那里变，啊，你这里完全反映出可以吃得到，啊，那、啊、这样你学到就有意义了、啊，有有有，那懂啊，有有，这、哦、你就开始专门点这些，嗯，体会这些，啊，所以你彭世菊，哎、欸，也有活力，也有什么，那、嗯、真的完全一样啊，是是是是，好，可以哦，嗯、一定要做，好好好，啊，彭千华呢？感恩本尊，
就上次跟本尊就是在那个去年八月以后，然后回去以后就也是有体会到很多，然后后来有就本尊有带动那些天人，然后也后来就有一个天人就一直陪伴在身边这样子，然后也会进到法界。那就是像刚才本尊带动彭日奇的这些，就是我每天也都会。你说进入法界怎么样？就法界会有各种不同的法界功啊，对，然后就好像在里面生活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临场感呐、啊，哈、哦，对对对，就像刚才彭志奇这样，样会走路，会怎么都会呢，嗯，对啊，然后也一样在法界会走路呢，对对对对，嗯，就是可以会那个天人都会陪我一起去散步啊，然后就法界都非常漂亮，就是有那种很大的瀑布，瀑布有时候像光影一样的瀑布，然后琉璃树啊，那些宫殿都是很晶莹剔透的那种，哦、晶莹剔透、哦。对对对。那你只是参观法界啊？你现在找一个法界宫，好像是你的家，你就住那里。哦、有啊，有有有。哎、欸，要这样想。有、就是、你的家也是这样，你平常的这样都可以啊。对啊对啊，就好像。可、是法界是你的家，有房子，有法界宫。对对，就好像住在那里。那你肉身现在目前在这里，百岁以后要去那里。法界宫也会移到我自己的房间，就好像你有自己的房间嘛，哦。对对对，他就好像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出现这样子。他会配合你现在有肉身的思想。对，床就是人间那种床，对对对，非常漂亮的床。哦、对啊，对对对。毕竟是法界，没有什么装潢，可是你想什么有什么。对，然后想吃什么都有。对啊，然后后来就一开始的那几个月，就是有天人跟我一起在法界里面生活这样，然后后来渐渐就开始有分身，就本尊的分身会出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喝茶，然后也会就是会教我很多东西这样子。你看我昏在法界昏身喝茶。对对对，然后跟我聊天啊、哦、然后又也会教我们很多东西这样子。对。哦。对对对。嗯。像本尊刚才说地枯阳广佛，那个有一次在跟本尊喝茶的时候，分身喝茶的时候，那是在一个海中间的一个小岛一样。然后那个岛就突然变得很大很大。然后就好像整个从地面这样海面这样隆起来，就分身就说这就是地忽然广播、哦、对，他就会在跟我喝茶的时候就会常常教我很多东西哦，哦，都是昏身出现哦，嗯，就最近都是比较常会见到分身这样，哦，都昏身出现，对对，然后喝茶，那你是一个人，彭千瓦一个你在那边而已啊、哦，对，我这不是一个地区。我是一个无量无边呐、啊，一进去你到处都是，而且你感觉全部都是你的。对对、嗯，而且就各种变换这样。哦，你上次也是在那句法界啊，那你这次分身会教你什么？你自然会知道，你的法身它容易，那你就自己让你这个肉身去体会。嗯，哦，就住那边也没有关系，啊，肉身不影响，但你还是保持你的智能都还保持着。嗯，你另外一个。彭千瓦在那里生活，对，像我这样，我自己体会得到啊。我自己这样好像说无所事事，这样好像走在外面流浪啊，好像没有人注意我。我的思想能在昏身里面四处遨游，嗯，结果没有人相信啊。啊，你会相信？对，啊，你想这样，我也相信，能这样啊？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啊。啊，可是你看我是最不幸的人啊。不不，真的在法界里面就觉得很幸福。喝茶以外什么？哦，他会带你哦，你自己也可以走，你也法身上去了，嗯，所以你现在再生之人也可以安居在那里，肉身不影响，肉身顺其自然，嗯，每个人也都是一样原理。我到80岁、90岁、100岁，那、啊、你意识里已经，我要证明的就是你们两个已经都有意识里的，学了30几年了嘞，你看不简单嘞，哎，这个你要珍惜这个。能生活在法界，他就很幸福。现在我们目标就生活在法界啊。嗯，我们开玩笑，和昨天的骗子一样啊。法身已经在法界了，在彼岸，在彼岸了。
哎呦，赶快来啊，赶快来啊！我咧无用洗衫，甲洗碗咧啊。所以你尽管活在那里。哦，对啊，前几天还看过，就比较特别，就好像有法师好像在不同的两个地方，三个地方，就是一个在瀑布森林里面，一个在法界宫里面坐着吃点心，然后另外一个又在别的地方散步，就好像你可以切换到好多不同的。就你的散步，你散步就你的脚好像完全恢复正常人一样，对对对，而且非常幸福哎。对，嗯，这个肉身好像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意识流非常重点呐、啊。对，就是那天好一次可以看到好几个法身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子。哦，你的分身好几个？对，就是不同的地方，一个在法界宫啊，一个在森林里面。刚开始是一个嘛，哈、哦。对对对，然后那天就看到。今天让你分身，你的分身在那里活，看你要几个就有几个，要几个？都可以。哦。20个好了，20个彭天华有。现在在法界宫，宫殿都很漂亮，有紫檀金色，整排的 那个看起来很舒服啊。对，你20个分身，你的分身一直在那里，有这个是，你感觉你的意识流传来给你，从20个视觉和他眼里一样看着你坐在这边，有我们做事已经这样没办法，自然嘛哈、这个是真正的你，第二个你。也是佛教要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法界宫，你去住那里，现在就开始住，这里一样过着生活，没有影响，非常幸福啊，取代我们在生之人没有享受到的走路的幸福。好，可以哦，可以，要把它切掉了，你把它请回来哦。好，OK， 好 ，OK， 好，感恩本尊。那本尊时间到了，然后跟本尊报告一下，就是说恭祝本尊中秋节平安，然后可不可以请本尊给同道吹气放光，吹气放光。不啦，有的无兴趣这里也袂使，好，对，吹气，只要吹气，吹气就好。啊，有的无一定兴趣，你吹气，有兴趣的较强，有兴趣的较强，无兴趣的唔得啊，有兴趣的较起来啊，OK，